你还带星巴克买一送一，我会比较爽一点。這個、影片疑似有点高啊！天哪，那个会不会太爽？星巴克买一送一不是还蛮常出现的吗？是很常出现，固定时间啊。对啊。哦。所以其实你不用那么爽啊，时间一到就可以去买了。啊，真假的？好像是星期一，不对，好像是几？好像是星期几？星期几？星期星期几？哎呀，一不小心就跑出古人名了。哼，不然我们今天的今天目的就是把所有的古名挖掘出来。好累，56分了，所以56分，我觉得好累哦。所以我们的新人一个去洗澡，我好像刚回来。所以真的有人要合我吗？那是没有吧？哦，对对可恶。今天是那种麦块横隔膜，哎呀，你又在横隔膜，已经讲了两个礼拜了，你还不够吗？哎、欸，人家边界上都讲6集，那已经不错了吧？我的影片格式稍微有点严重，我要怎么样把它降低啊？我刚以为那个风墨讲的，我影片都是横隔膜，我可以剪 啊，我不是不会剪辑。我们好啊，今天他们讲我们的影片都是横隔膜。嗯，我要怎么样降低我的影片位元率啊？把那个影片遗失的那个几率啊，我觉得有点严重。虽然我现在目前看不出来说到底哪边有差别，可是我很怕到时候拍出来的品质不好。记录档是记录档会看起来很糟吗？还是还好吧？因为影片遗失现在大概就是在10%左右这样子啊。要开台了吗？为什么你会影片遗失啊？YouTube， 嗯。为什么你会影片遗失？我没有，是因为我也不知道硬碟关机还是软碟关机啊，还是网路？我不知道哎、欸，你现在这样讲，我也是不清楚到底是以哪一方面为主的问题。问困好问题，好问题。你的麦块是用效率优先还是画质优先呢、啊？我现在是精致啊。是，那你要不要先调成那个、啊？那我先把它调流畅好了。都流畅，你看会不会流失啊？多精度我可以调低吗？多精度，看一多精度要不要调？多精度我真的不知道。哇，现在中华电信来我家。嗯，多精度才是我是4呢、欸。对，我的也是4啊。好了，好了，我的位那个影片，考虑降低影像设定，或者是使用更快，可是我当时我的设定里面就是看到他写，我原来是写5000呐、啊，可是当时一直都是用5000呐、啊，奇怪，又要出现辛弃疾了啊？是因为录影的关系吗？同时录影的关系会影响他吗？同时录影，知道，我就不知道，因为说我没有同时录影过。哎、欸，不是，可是我串流的话，所以 Zero 你的直播你都直接直播了，没有录影哦。对啊，我是直接直播没录影啊。哎、欸，好像是，好像是哎、欸，就是好像把那东西提高之后反而会这样子，真讨厌，有点讨厌这样子的设定。快8点啦！好了。那现在大概就比较好，大概就只有5%左右。哦，没什么事情，那我还可以接受。遗失技术真的还真的蛮高的。这个材质包更换之后就整个很嗨了，整个嗨，很嗨啊！就是都是变3D 的。1、2、3、4、5、6、7、8、9、10、11。所以我往上的话要1、2、3、4、5、6。哦，难怪。怎么高度不够？哦。我还没说你那个画质还是那个会员率，该到10了，高度到10就好了。然后你就尽可能把那东西盖好。嗯，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是什么？今天就是在继续在这边探索红土啊。那我、啊、我现在是在想说有没有办法把那个就是，那我来盖货柜屋好了。对啊，来盖货柜屋喽，各位嗨起来！能不能调低一点？来看看我们已经兽化的阿木。好哦，兽化的阿木，兽化的阿木，兽化的阿木。这样我们应该再找一，那我们再找一只熊，然后把它取名叫 Y N 就好了、啊。这样不就 Y N 熊？
哦，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永垂不朽的永垂不朽的那个感情哎，哇！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又要再去找一只熊哦，玩哦，然后两个绑在一起。绑在一起，我建议不要绑在一起，因为绑在一起，其实你每次在进来的时候，缰绳都会掉。嗯哼，是哦，都会掉，所以其实我觉得没什么用。哦，难怪我想说奇怪，我把它绑住了，为什么它会自己跑掉？横梗我，啊，对，还没睡觉，糟糕，开牌了，啊，糟糕，还没睡觉，这样子晚上会被袭击。哎，老妈来了，老妈来了，我在高塔上打他们。我听到老妈，老妈还叫了。哦，原来是悟心的。哦，老妈叫了，叫了，叫了，叫了。我好像已经悟心了。我们只有一点十三点。啊，恰恰。对啊。啊，对啊。哦。睡下去。哎，一加入了。啊，你知道你跳进来了，刚刚我叫我面前。来来来，对吧？好痛哦，天哪！晚上好，一好。晚上好。这是谁啊？新人 S 哦，有新人哦，哎，要不就要抽那个吗？好多，天哪！是不是要抽一下那个？哪个关键就是要抽？哎，等一下啦，为什么我们先回去？水族箱变跳水台？等一下，我要走下一题。哎，为什么？先回去。华西好，要从家好啊，不然晚上好。好，我加一下。早这里早上好，我到家了哦。哦，终于修了。天啊，我一堆直播通知全部跳出来。哎，阿莫，哎，是阿莫，哎，是阿莫，哎，啊，是阿莫。哇，我们现在有两个阿莫，禁忌的二重存在，难得哎。Y N 呢 ？Y N 呢？禁忌的存在。哇 ，Y N 呢？哇，音好大声哦。Y N 呢 ？Y N 呢 ？Y N 呢？多好，我的 Y N 呢？多少 Y N 呢？应该死掉了吧？是悟星。啊、飞起来了，嗯，哎、欸，为什么悟性越飞越高？就飞升啊，烟火啊，放烟火可以越飞越高啊。对啊，就对啊，对啊，对啊，你那个烟火是当做动力来帮你，让你可以继续飞行。原来是以前就这样了吗？好像对，后来发现是这样的，没有错。好像就是出那个、哦、出烟火又出那个跳刺的时候就。就后面就我这个嘛。哦，宝妈又来了，又来了。看一下是谁的妈妈？应该该不会是我的？哎哎、欸，两只，来一个横膈膜，三只。我决定，我先去躺一下好了。哎、欸，他掉横膈膜了，当然掉了、啊。刚刚躺过。哇，天赋又开始兴奋起来了。看到横膈膜，整个兴奋起来耶。真真不行、啊。老妈的横膈膜，哎、欸，不会是我的吧？哎、欸，为什么我刚好睡觉哎？为什么我刚好睡觉哎？哇，好多横膈膜可以打哦！好不，好多老妈可以打，不知道那个。啊，八点啊，不知道先抽新人的那个吗？对啊，是莫名其妙就大家开始打老妈了。我要打我。谁？我天哪！谁？谁？老妈打我。老妈，哎，还没打到。难道你想要我们办第一届熬夜大赛吗？好哦，熬夜大赛，世界最大的熬夜大赛就在这里，真的杀不完，杀不完的横膈膜，杀不完了。我觉得这个上面有一种快挤不下的感觉了。我看到横膈膜掉在我们的水族箱上面了。哦，你觉得这边现在有点挤吗？我更换了彩石包之后，钻石装会变这个样子。开个箱，先耐心这样看吧。嗯，我们应该还有一个。这个叫歪的箱子，可不可以打掉啊？感觉没有存在感。不要这样。你现在是想拆他家是不是？你可以把它装进来就好了。你可以找冷媒啊。冷媒。我们新人的话，等要等一下。啊啊！这等着喊什么？啊！我这轮要珍惜宝贝球，我们要往冰塔上面走了没有？有啊有啊，还有一个，我们还缺一个，缺谁？我好像还有一个还没到。那边好像有两个新人，然后有，等一下要先一个在上厕所，奇怪，还有谁？我第一次，是不是你们说要做铁轨啊？我有做很多个啊。不要再做，是你上自测的啦。没有，我们没有人要说做铁轨啊。你那时候不是有人要做什么跨海大桥吗？等一下，我们要先抽那个新人不能用的装备跟装备跟工具跟武器。哇，我的村庄又可以去了一次。
还有可以吃的食物，九九八十七，只能吃推广的食物，素的，你的素的可以吃的，所以我们这边其实都算是肉食族的意思吗？我是肉食主义者，我先肉食性呢、欸，肉食性、哎，还有一只肉食性中医的，我们就有满满的牛肉啊，放心，我满满的面包啊，我吃素啊，我先吃素。今天有两个新人，我们在等第二个新人上线。他在洗澡，所以呢，他还在厕所洗澡。他也是谁啊？在厕所洗澡。我们有十一组的，我们有十一组的铁轨。靠！我还有人家说我们有十一组的新人呢、欸。吓死了！他在这之前，只是我们十一组是有那么偷吗？等一下吧。十一组的新人，我还不下。对啊，这个版本的我觉得还不错啊，只是看起来我怕会有点花花的，就是因为我现在看起来每个方块看起来都有点像海绵的那种构造一样。为什么是海绵？海绵不是一格一格的那个吗？不是，它都一格一格的那个孔洞吗？这看起来每个都像啊。就他都有那样的感觉，可是这是我目前为止找到最好的了，这已经是最好的了，最优质、啊，最真的最优质，这就代表我们以后新的人数。那代表说，那个我想请问一下，风波，我请问一下那个你频道的老司机多吗？什么？开车喽？机会多吗？频道？对啊，开车喽？怎么了？老司机会很多吗？没有啊，觉得这边就一堆啦。我担心会失控。没有，我这边观众都很快、啊、开车，老司机开车啦！大家都想开车，老司机开车啦！哦、看看我们这边有，我也是很想上车啦。我们这边有好多是那个在这边留个箱子之后又没有再出现，对，然后就再也不见了。你是说像绝生之类的吗？绝生，绝生，什么红豆？哦，我们的两只猫都后续没有再出现了。可能被古力发炸死了吧？哦，有猫吗？有猫、你自己看那个旁边箱子这边写的名字。哦，我还以为你要说，要去看回放记录了。再给我三个小时，我刚就看到了。新人的那个什么 Y 什么 End 也可以用掉啊。对啊，你应该再给我三天，我就看得出来了。三天我找。三天三夜。为什么 Y 的那个箱子里面没东西啊？不是被拿光了吗？我们是不是等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忘了把新人带上来？他现在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哪。欸、你不知道我们在种田了，你知道吗？来来来，新人跟我走。看到那个看起来看起来很胖很高的那个塔，哎呀，他们直接掉下来了。老司机带他走，快点！家里没有人呢、啊。碰到新人，阿莫表示很兴奋。哦，阿莫，哦，我是那个，我想兴奋什么？你在哪里？等，哪里？我要从屋顶下去。为什么从屋顶下去？唱着你的歌。你在楼上吗？在哪里？哦，这里啊，在这里。来来来来来，哪里？在是我是吴宗宪的粉丝啊。宾主。啊。大头真宾主。这里，往上爬。往上爬。爬。我这边往上爬。这边会决定你未来的时候，你的装备，铁装或者是钻石装会少一件。我觉得超难过了，好不好？我这、欸、你们在选啊？你在抽了？你有没有可以把我拉上去？小叶的那个钻石锄头啊，也蛮经典的、啊。那个也是蛮经典的，我觉得很可以。是我们新人带来了没？都到了吗？还有一个还在洗澡。哦，那我还是继续种菜好了。先抽，老给你夹抽。哦，夹菜。你要今天吃房子嘞？今天吃房子，夹抽。今天。今天不吃房，明天就吃屋。我们这边一身蓝装啊！天哪，我的材质包显示一身穿着蓝色装备。对啊，全部都一身蓝装，而且还是冰冰的哦。对，附魔，然后蓝，很蓝，蓝到像青金石做的一样。还是我们先跟那个叫洛林是不是？哎、欸，对。什么洛黎？洛黎？哦，不要乱讲。饿了是不是？你们也太饿了吧，肚子饿。好，老伟现在讲，我很饿，是一个啊。请问你饿了吗？我们这边你可以先看这里面发射器的东西。别抽了，不要看了。为什么会有牛排啊？谁把牛排？不要看哦！我怎么会有牛排？为什么会有牛排？我刚刚摆那么辛苦，不要拿我牛排。为什么会有牛排啊？为什么会有牛排、啊？我先跟你解释一下，就是你要的枪啊！你在这边，你这一只一跟一只二，你这边会有分两组，然后这边第一组的话就是说你未来不能使用的工具。可能是那个锄头这种比较你平常用不到，也有可能是那个剑这一种，你很常使用到，可是因为用不到的工具，那个武器。
锄头很常用到吧？等一下，这牛排不要乱呐、啊。然后你现在看到的这边的是这边这个工具之后，你再看移植的这边是你之后那个你还要挑材抽材质，看你之后是不能使用那个工具的材质是哪一个。之后你那个东西就会被封印，然后这个装备，然后你只要你用的话，你就会被跳楼。对，你就要去挑战我们的信仰之钥。我们的信仰之钥很好玩的，哇，有一格水，对啊，给你微波米神不知道跳过几次了，米神不知道跳过几次了，那已经多久没来了啊？这样大致上有了解吗？有。好，那这样的话，音乐好嗨哦。要不然的话先给洛林先抽看看好了。我还以为你要讲说先要落一边，先抽，先命运吧，先决定你的命运吧，你的命运掌握在丰富的手上，对，先按下去，按下去，按下去了啦，右键点下去，那什么牛排要紧张啊，别再放牛排了啦，牛排啊，屁啦，都想过吃牛排，没有牛排不用在意，再重抽一次，再重抽一次，谁放的啦，全部牛排，还有牛排吗？那没有，那个是刚刚有人乱放的，刚刚是有人会做铁轨那一个。就我们先抽，做最多铁轨的啊！上面抽里面做最多铁轨那个。要按喽。对，好。哇哇！铁狗啊，铁狗啊！哇！我看你，看你怎么抽。然后你抽完之后，你先收进去，你先收进去。你记得把东西再收回去。放心，等一下你还要抽投资器，所以先决定你的材质。抽到钻石就好玩了。抽钻石话就完喽，抽下一届是挖矿大赛哦。对啊，哦，铁的还好。你记得把抽到东西再收回去，放回去，抽到东西放回去，不要独吞哦。哇，这样搞的话真的是史上最亏，这是史上最亏呢。不能使用的方块。好了，接下来是你的装备。不是，是不能挖的方块。鞋子，鞋子还好。不能挖的方块，泥土。不能挖的钻石，你不能挖钻石，那你钻石鞋。不能挖的钻石，可以啊，钻石没钻石鞋 ，Yes，C 罗有人跟你一样不能穿鞋，有人跟我一样的，我就好难过。还好你抽到的是鞋子，要不然你是胸甲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哭到不行。幸好有人，他一先鞋子，幸好我没有钻石头。我觉得稿子也很难过。好了，我换地方，铁稿也记录档就记录在这个箱子啦。对，啊，我们不用做封印哦。用了我们都看得到哦，应该吧？不要吓新人，不要这样，不要吓他，他会难过想哭。好像还没有来，那我们先带你去阿木村好了。对，先让我带你去看阿木村唯一的作用。阿木村唯一的作用。你说的好有道理哦。这边，暂时这边，要进来，你要搭车。我先打个。为什么最后北极熊叫阿莫啊？那个是他养的。好，阿莫养了一只叫阿莫的北极熊，真的是很夸张。傻眼。阿莫的北极熊。猫咪。我养了一个自己。树条。我养了自己。开门。我养一个放车，然后放在飞鸟现在在那个地方。可以不要这样吗？放在右边。他养活了自己。爸爸。哎，路怎么走？出发了。你还记得上次有人直接掉在岩浆里吗？小心沿路的泥土！我怎么想去？不要在泥土，不要塞东西。哎，不要这样破坏国家道路！你要靠墙，靠墙。我怕人家装泥土。这样子。飞鸟，飞鸟，飞鸟安，飞鸟安，哎。哎。讲打。哎。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再见，再见。卡住了。哦呦，哦门木门竟然是开着的，谁开着？谁开木门的？哎、欸，为什么？哎呀，这是谁啊？红过、哦，哇，这个我不要走逆向，这不是逆向，走逆向。哎、欸，怎么卡住了？哎、欸，别想到了，刚回座了，回座。为什么我五星在这边？因为是有人在搭那个吧？搭什么？我才刚刚搭而已。哦，地狱门了。地狱门，所以就会容易。天门都很大，先不用收这样子。到原来地狱门是用搭的，穿越世界，穿越剧，穿越时空，穿越时空，对，你对对对，还是这边的问题，来对啊，这是要大声啊，帅安，好，对，这个了，
欸、你们不要在坐矿车的途中跳下去哦！跳车，跳车，请勿把手脚伸出窗外，以免发生危险。以免发生危险是什么？这里的话就是抽这个 dropper 里面投掷器里面的，然后一抽到的话只能吃那种东西。素的，不要再放牛排了哦！没有列在里面的就不在此限。哦、oh, ，好哇！每次走地狱门都会头晕下来啊，羊啊！其实我们当初应该定的严格一点，应该是全部食物里面抽到哪一项，你就永远都只能吃那一项。可以不要这样吗？太恐怖了啊！太恐怖了！这些要重抽了是吗？这样子你吃就会多吃肉啊，下次要不要吃？吃就很有压力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都会很认真的去经营每一项食物的發展。好，我们所有 camera 已经准备好，你可以抽了。是 OK 吗？软都准备好了，盾牌收起来。好，又是胡萝卜叫，又是胡萝卜的，又是一个专门刻胡萝卜的了。专门。好了，阿莫村的功能到此结束。阿莫村的效果就这样而已。结束。阿莫村的，我的村民是不是都没了？都杀光了。没，他们躲。哦，还有哎，这边还有。哦，还有两只。你们要交配吗？好吗？我可以不要这样吗？可以回家了。现在有点危险。不要做逆向铁轨哦！回家啦，走喽！回家喽！去红土高原玩吧！去红土高原盖高铁，盖神殿。谁说要盖高铁的、啊？叫他出来攻，叫他出来攻。谁呀、啊？叫谁先？叫他出来攻。那是一人工程，就交给他就好。好想盖到第四季还没结束，那地图都已经不用了，还在盖。他盖完我们就换完模。真的，模组生存就要开始了，新的一季。哎、欸，为什么你先到了？风波王你好快啊！一个 move， 因为我比你早搭车啊。你比我早上车。我以为你在说他哪里快。什么东西？哦，我的妈！为什么会有铁轨啊？有铁轨？不是，是谁的铁轨？这也是阿莫的、啊，你在不是有刚一台车哦？是谁啊？西罗？哈哈哈哈哈！太酷了！我以为是阿莫哎、欸，原来西罗早已经准备好这个预谋。预谋、啊？对，预谋办案。他已经预谋好了，有没有顺便帮我边做四组？吃不完。官方说 1.13.1 有优化，但实际上还是很感觉不太出来，感觉还是毫无感受。这个问题很大。可能跟当初 1.7 一样，要更新到 1.7.10 1.13.13 对啊，1.13.13 等到那个末期的时候才终于处理好，可是我们已经要准备推出新的了，这样子吗？好悲哀的故事哦，天哪！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奇怪的故事呀。我玻璃，玻璃，红土吗？还是这里？这里，我要用的。也太骚了！阿木原，你想要住超好看的水族箱？我以为阿木你是想要在红土高原盖一栋你自己的玻璃屋嘞。好贵！请问一下啊，是我刚刚音乐里面说救护车的声音吗？谁把北极熊放出来了？有，他一直都在外面呢。都真的有救护车？他不是被绑着吗？我还以为我音乐里面有救护车的声音，我吓到哎！天，怕没有啊？因为怕，因为你只要用那个东西弄，都会这样子啊。哦，那个缰绳只要每次都会自己跳掉啊，所以其实有等于没有啊，问题好吧？反正他也出不去。铁皮屋的那个外观那个样怎么做？哈哈哈！货柜屋。熊在挤我，对啊，我也来盖一下货柜屋。他对你有意思啊？用混凝土，混凝土。不要挤了。混凝土是什么？砾石。混凝土是什么？砾石加上那个沙子，然后再加你要的燃料。好麻烦哦。好麻烦啊！就是各啊四，然后一啊传送点啊，有对对对，要那个给他主要我们要去的地方好了。你先穿好装备。谁在打铁？你先穿个铁装吧。啊，铁装爆了！你可以火装啊！谁打北极熊啊？天赋啊，天赋在打北极熊啊！不是啊，我本来用中叶珍珠丢了他了。我们有丝绸之柱吗？我北极熊在这，有人有丝绸之柱？阿莫在这啊。我把他引走好了，我把他引走。是不是我干？能不能把他引走啊？
可恶，他出不去了，我不能进去了。附魔书里面有了，附魔书的箱子里面有那个丝绸之处的书了，我出不去了。不要先穿装备，来，我把这只阿莫拿到墙角去冷静。哎、欸，新人，新人，我送你一个东西，把他带走。你是要给他丝绸之处搞是不是？他不打我嘞，哎、欸，他还是在打我，算了，就不要理他。我什么鬼？息怒啊！中介主吗？这不是有中介主的风格？这是不是拆掉了？这个材质包基本上很多地方都是立体，甚至连南瓜灯都有点那个有在微亮的那个。仙人呢？样子，所以高原仙人。他去蒙古高原，等一下再那个。所以其实仙人这材质包其实还算不错的。有没有？哎、欸，只是我不习惯它的大隧道。对。以后他们就可以看，就可以见到 YN 了，哦、踩着压力板，不要再 YN 了，好不好？一个一个排队。有。突然想到你们把那只熊命，这就是在。那不是你命名的吗？那不是我命名的，那是我命名的。想到、啊、各种坑的熊。新的开发区。淡水阿贤。哦。你们是不是在？回去的话就是踩里面的压力板。一样，刚刚那个面面里面有一个压力板。这边，奇怪，我忘记了。你们知道吗？不知道。鱼，哎、欸，好酷、喔！不知道。与熊掌不可见得。哎、欸，不好意思哦、喔，那个红土高原的那个压力板在哪里啊？算了，在房子里啊。哦、在房子里啊。哎、欸，新人来，这边这边，后面你后面。哎、欸，对啊，这是大宅吧？哦，对啊，我看到看到看到，那疙瘩这边，那疙瘩那疙瘩。的话要手疙瘩哪一？穿装备吧，疙瘩。用钻石包袱。等一下，我不是不能穿吗？哦，你还记得？哦，哦啊，糟了，你被陷害了，你被陷害了，被害了。好吧，我们知道了，马上陷害。哇，这陷害的太快了吧？来吧，阿莫，你代替他跳一次好了，你代替他跳啦，代替他跳一次了啦。我决定了，我要来看。他没有穿上去啊，他只是拿到而已，不算，不算，不算。你这是害人未遂啊！害人哦。哇，可是我，哎，可是我用黑曜石盖。丝手蜘蛛是。附在什么上面挖掉都会那个吗？都会维持原样啊。好，那我用个铁，我用个不一定。你那矿物的石头的还是要石镐啊，不然你直接敲会敲爆。哦，我都要敲玻璃了。我拿石砖来做好了。我们家很多石砖。我的钻镐也快没了。我还需要好多那个。好多，超多的泥土，这一方啊，丢错了啊啊！我丢错东西，你是那个你是丢到北极熊？不是不是，你是丢到北极熊？我看一下来历，是丢到北极熊。你们是不是你不是这么喜欢真的北极熊？天哪！你是把钻剑丢出去？真对啊！不是不是，我丢什么？丢那个啊？干什么？我的钻镐？你是不是输不起啊？不是，你是不是盖错啊？哎呀，是我们这边。这个材质包，真好，还撞稿呢！我丢错了啦，弄那个三 D 的，所以都是哦。我来把这个给你换，跳下啦！怎么测横膈膜在那个？不行，这个不对啊！对，你也不能用这个。阿莫，你怎么这样？不是，我真的忘记他们用这个。阿莫，跳一下！阿莫先跳了。阿莫跳了。阿莫先跳个两下好不好？阿莫，我真的忘记他们用这个。哦，我有说。阿莫 ，Let's go！ 我要是我有撞稿，然后怎么把铁稿丢出去？哎，我突然在思考一件事情呢。铁那个，如果我把铁针附上耐久山，它可不可以摔多吃一点？嗯，耐久应该不是这样用吧？因为你把它放上去，不然你把它变成方块后，你再拿回来，它那个附魔就不见了。我把它放到，有点可惜。哦，还说你附上的东西全部是耐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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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久。附魔在哪一个上面？附魔在旁，附魔在最左下角这个。左下角。下角。为什么没有？他没有。嗯。我来清附近的怪。哎啊！铁针是不见了。为什么找不到？铁针不见了？哎，还真的哎。没有用坏。我来多一个新的。哦。做错了跳，做错了跳。做错就跳。对啊，不是做错了跳，弄爆了跳。你要做是不是？嗯。还是稍微有点，我觉得我做的有点中世纪啊，他还是吃的有点夸张了，真的是。仙人掌，哎，哦，仙人掌，可以不要放这个样子吗？这样看起来我受不太了。怎样？为什么你受不大了？麝香味俱全。他放这个位置，
这个方向我觉得不行。植物不是什么东西不行啊？哦，还蛮我觉得不行，真的重一点。哎，那我觉得其实可以。真的吗？啊？咦，你在挂网吗？什么东西？哎、欸，谁在吐谁挂网？谁在吐谁挂网？他拿到铁簪了，我跟他要回来，但他好像不在。人家想上个厕所不行吗？啊啊！哦，铁簪，铁簪，铁簪，帮帮忙摆一下。上厕所先闷杀一下。哎、欸，别到风波那边去了。不要这样吃了。OK， 好了。上厕所要闷杀，好痛、啊。为什么上厕所还要闷杀啊？挂网啊！人家做过仙人，好像没有。我们家没有做过吧？没有吧？啊，不知道，没有。该不会盖仙人掌农场吧？我没有跟仙人掌做过。我们盖仙人掌屋，感觉哇塞，这么厉害啊，阿莫！哇，肥鸟哎、欸！哇塞，阿莫弄仙人掌农场。哦，不是肥鸟，哎、欸，是肥鸟吗？对，肥鸟。仙人掌可以干嘛啊？不就只是、哦、染料？没有啊，我看到肥鸟现在玩 No Man's Sky、欸。哦哦，我只是进去试一下画质嘛，有意见吗？啊，这个可以跑吗？可以啊，当然可以跑啊，只是一个人玩起来好无聊。一个人玩游戏边缘的、啊，没有朋友。你的设计玩起来本来就是无聊的游戏吗？对嘛，所以我可以自己玩起来哦。你们没有？什么东西啊？怎么回事？刚怎么有人突然叫得很嗨、啊？现在到底在哦谁？我现在玩哦，你没朋友不是？哦，我没有朋友。哦、你不要扯到了别人。哦，嗯嗯，哦，飞鸟在我旁边，哦，哦，为什么是鸟？哦，华天都死在了，全纪时代，拜，哦，干什么、啊？哦，进入实际时代了，哦，哦他在玩实际时代 N， 哇，我们的新人，哦，工伤，哦，哦，工伤，必跳，我今天都在，哎，很跳哦，大家今天都想跳是不是？谢谢大大抖内。哈哈，我快笑死了！我用指令拿 debug 木棒，可以把铁针的耐久调满。等一下，我不能再摔了，要死掉了！哦 ，Y N 哦，你在摔哦？你说 Y N 没朋友，这有点危险哦。为什么你走啦？哦 ，Y N 没朋友哦。我们这里有几个人有点黑，今天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头都撞到坏掉了。嗯，有没有人来地狱帮忙一下、啊？有没有要吃哥莱果？有没有人吃、哦？你要吃哥莱果？哦，屁呀、啊，这里要好，好、哦哦哦，你说你要吃哥莱果？哦，哦，对 ，C 罗挖地方帮我在满头问号，帮忙捡一下东西。哦，你又在刷金锭啊？哇！哦，你顺便刷金锭。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加速铁轨吧？我们有很多一般的铁轨。感谢你的业力，感谢你的业障，感谢你的业妹，感谢你的横膈膜。老阿莫横膈膜，阿莫的横膈膜。我忽然觉得，我忽然觉得，我忽然觉得上一次创这个梗，我有点后悔了。谁啊？哇，那个谁啊？什么梗啊？那个谁呀、啊？什么梗啊？横膈膜吗 ？Yep。哦，是为什么他妈的我一直在跳通知啊？是不管有没有创都提到啊？好高，天，太恐怖了。哦，哦，没事啊。对哦，这个钓鱼机可以精简哦。阿莫，钓鱼机。对啊，参照一下五星他们的房子。更便宜的选择，房子，货柜屋，货柜屋，好，参考货柜屋。我总觉得，我总觉得我现在需要有个人来安慰你。我觉得你需要一个人来抵御一下。干嘛？来不及了。我觉得好多猪人哦。怎么突然觉得 hold 不住了吗？自己杀自己吃。我的木头神殿，地板里面好多精力，谁帮忙？我总觉得我在盖石器时代、啊，我还在哦高山哦，受不了了啦！告诉你，现在死字成语都不要乱用，因为用下去大家都在工伤。哇哇！你自己先去跳了，防摔哦，跳了，我需要注意我的血量哎，你先去跳了哦，跳。好了，你自己来捡，没有刚被人掉下去，我断跳，哦哦跳了，跳了，为什么是偶啊？
问你们啊，问你啊，我不知道啊，他们就偶就跟着偶啦。我们盲从，盲从。对呀、啊，请说。我刚，然后被里面剪出一个横膈膜啊。南瓜农场上面，我想说，我都看到一颗苦力怕头，我以为是有人恶作剧放在上面，然后。我看观察一下，就算恶作剧是阿莫做的啊！哦，他是真的苦力怕、欸，我看到了。我以为是有人发颗头的。哪里啊？南光农场。哇、欸，他怎么？你也太会，你也太会观察了吧？来来来，哦，你上很多打怕的字。来来来来，南光农场啊，那边呢、啊？上面呢、啊？我要看，我要看。哪里？他都会看看我哪里？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南光农场忘记了。哦，上面吗？哪里啊？对啊，你看这边、这边、这边，来这边看，绕这边看。你算了算了算了，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导航的啊？不对，不是那个南瓜农场，我错了错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小的旧农场啊，看到了这边，谁放苦力怕头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看到没有？我刚刚那边，我现在看不到，那真的是苦力怕。来我们这边，来我们这边，要把它打掉吗？先让它当吉祥物。看你要不要取，你们先给它一个命名牌啊。哇死了、欸！我已经射过他一次了，说好吧。哦，我想射你还没杀，因为阿莫你都使用这种的，什么东西啊？原来你都不拿苦力怕头啊？苦力怕头很难呢、欸。苦力怕头，你要让他那个招雷劈啊。那个高压苦力怕，哇！只有苦力怕那个被雷劈中的时候才有几率掉那种东西。被雷劈，哦。今天我现在的画面很蓝，蓝蓝的，有够蓝的哦！你说物是蓝的哦，那 skin 版就蓝的，都不录了。今天不是礼拜一哦，礼拜一有点不录哦，不录了，不录了。你是不是奶？你是不是不想录啦？输不起，你输不起又输不起，输不起又输不起，是输不起呢，还是输不起呢？输不起。封杀回，先不说别的了，你们那、啊、你们能够开车呢？你们凑得齐做货柜屋的材料吗？可以啦，我可以啦。哎、我上集弄到最经济实惠不是吗？我在做石器时代啊！我从上集弄到这一集都还在凑材料、欸，我大概要十组哎、欸，我用很简单的材料盖啊，石头吗？还是玻璃啊？嗯，哦，玻璃也可以啊。哦，有人想出玻璃哦，又快摔死了哦，又摔死，又要摔，剩三个。前置条件是你要先让那个苦力怕先那个、啊，你要先让苦力怕先招雷劈、啊、之后，然后他可能高压苦力怕。亏心是做太多了吧？炸太多人，话也不好说啊，我也没做什么亏心事，可是我还是被雷劈啊。问他。专业被雷劈，真的专业，这才太专业了，专业雷了一身是吧？看看上一季的那个日常，就可以看到我直接被劈了，而且劈的次数还不止一次。我怎么看来你做边啊、哦？你可能在游戏里面做太多亏心事了。哦哦，抓到了！哎，白痴啊！妈的鲑鱼，你要死了！这是什么？要死了！要死了！鲑鱼死了干嘛啦？鲑鱼死了死了！谁就死了嘛？鲑鱼，我要下去了。妈的嘞，下去多少点明太子、啊，还没盖好，妈游上来冲三小啊！喂，不要爆粗口啊！他盖他盖家嘛，这么凶？哎、欸，各位一句话惹怒挖矿了钓鱼钓鱼师，用传送点来那个。不是、啊，哎、欸，他们真的会力争上游、欸、最多。那、啊、就叫鲑鱼了、啊，鲑鱼本身力争上游了、啊，就像鲑鱼真实会逆流而上的啊！连海豚都可以，你知道吗？嗯，会吗？海豚会吗？等一下，阿贼，哇，智障鲑鱼！哦，不要这样子嘛，鲑鱼，神奇奇，那就不要盖啦，不是要给他盖家吗？输不起，好混乱哦！已经有乱掉了，都可以挖，随便你挖啊！对，洛林，如果你要看火药水的话，你可以去我们的地下室啊。我们很多地下室，保证你喝不完，很多地下室喝不完。什么叫做我们有很多地下室？哎，我们另外一位是洗到。是洗到脱已经完全忘记是洗到脱皮的事情啊！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你跟你喜欢的女的高中生聊天，然后说我要去洗澡，然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然后她再也不回来了，死在厕所是不是啊？我说死在厕所，
所以另外一个新人他是真的。洗澡，你要说什么？这种时间是可以把洗他自己的皮肤洗的历程下来吧？他可能就想逆增上游。哦，原来是在浴缸里面练游泳啊！太厉害，这样哦，回溯啦！我也想说他遭雷劈了。哦，擦火把。这个优化真的优得很棒的，优化越优越那个，人应该要到1.3.3才会正常吧？我在想会不会到时候我盖完这个上面，他们都有在上面都下面都不来啊？啊，说不定哦，没有人知道。阿莫看来要坐在水里了，你、啊、投胎转世坐的是鲑鱼就知道了。海生存，亚特兰迪斯，哦，我以为有呀。请问为什么会这么累个？真的，嗯，1.13超累个。哎呦，幸好1.13没有更，幸好原位生存系列没有更新。哈哈，哦，工伤，玻璃掉下去了。嘿，赶快再洗洗吧。所以木屋是谁的、啊？我的。干嘛一要放火把，把它烧了是不是？哦，如果你放这边有哪一块，想要有巨大的火把吗？那个新人、啊，如果你觉得那个烽火台下面你想要盖东西的话，你可以拆掉，没关系。可以啊，都拆。有没有玻璃？没有多火把啊。啊，因为我刚才去挖个土，只是拿个泥土，我马上回来没。这下面上面还有一个横隔膜呢。哦、不要再横隔膜了啦。一二三四，我的横隔膜年代。是哦。还不是某些人害他，是这样的。被殖民了，被殖民了，被殖民了。有没有带鹅卵石来啊？被针对了。好、啊，算了，我去拿好了。好了，这样子亮一个够。从这点一个熔炉借我，谢谢。你看，这就是那个花。下楼。花看起来多立体。我还要去拿泥土。我们家还有泥土吧？吐出来。二三四。有土吗？有，我们家泥土。我们家你有多了？你想吃吗？很多你想挖土吗？六挖土，挖土。哎、欸，我们有荧光石吗？不然我怕上面太暗。荧光石可以去地狱挖一下。哦，干！现在我去过的地方。不要再脏话了啦！不是，我手这边会有个洞啊。哦，是我的问题，谁、知道？我要参观一下雾星的房子。是谁？嗯，但是我这边没有洞。哦、这该不是泥土吧？哦，不是。这是什么？哦、你用原木盖哦，那是很花材料哎。压雷压雷，你有没有看一下用什么盖红破？你用鹅卵石盖啊、哦，我看得出来。我要插火把，不是啦，什么鹅卵石太不吉利了，不是啊，因为我换新的材质包，我没办法一时间看哦，石砖吗？哦，对，我换新的材质包，我当然是看不出来啊。要习惯了，也是说我要想一起玩了哦。想一下要怎么盖？在我手啊！我觉得花粉群讲的也太好笑了吧！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再摔死。一二三，你要说帮富啊！一二，为什么？加帮加加，好要帮加加，帮加加套，没事，现在没有套了。在套什么？没有，这是熬。你要套什么？熬的。套什么？还没18，还没12点哦。對對對對老妈，我听到一个声音了。干，讲套就觉得在讲，哦，算了。还是你想太多了，好不好？什么东西？你想太多了。太 P 了哦。真的开车喽，开好开满喽。还没12点，不要乱开好吗？阿莫已经忍不住了。对，那个新的是皮蒙没有错，只是那时候我们是新来的，那个到底是谁啊？红德摩。皮蒙。你也认识的不是吗？谁啊？夏杰啊？夏琳啊？对啊，德摩夏琳啊？真的哦，他表示害羞，他现在不进来。哦，正常啊，洗澡洗一个小时很正常。哦，爆裂哦！哦，爆裂！你竟然知道他要洗一个小时，厉害！哦，躲那么熟？原来你知道他洗一个小时啊？熟，你是不是常常被他说我要洗澡啊？真的啊？哦，两点啊？俩招了，哦，抓到了，哦，你是想死的？你们想到了什么？什么呢？有什么呢？哦，这个摔伤的声音还有听到，好像骨折一样的声音呢！天哪，你知道吗？摔到出现一个骨折效果，我真的听到骨折的声音呢！天哪，变得跟昂腾一样，哦，工伤，昂腾我觉得还好，他也没有要工伤的必要吧？那个。差点给大家看到 IC 何必攻杀？
他都免费了，你还想他工伤是吗？免费还工伤？哇，免费工伤？没有帮魂叉罗工伤就很好了。我觉得你也差不多了。嗯，哦，要工伤哦，哦，工伤，没有讲出来啦。哦，两次而已。哦，我的骂脏话哦。骂脏话现在也要笑啦。有人很闲的吗？哦，哎 ，C 罗 ，C 罗，来来红土高原，有一只拿那个，有一只拿海神叉的那个。好，没问题，我告，我去。鬼师，过来，快！什么鬼师啊？鬼师，密师啊！鬼师身上有幽灵系神奇宝贝是吧？他可能是海师啦，海师，海师，海师，算了不，哎、欸，老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一副老不老？哪里？快快来来来，那个是老吗？那个水那里，老妈来了。我该怎么说？这里这里，老妈不是打我，有装备。哦，不想攻击我那那没。我看到，哎呦，我被打了。哦，我等一下，我在房子旁边。房子旁边，你在？对对对对对对 ，CEO CEO 的往后看，往后看，往后看，不是那里，不是那里，那是哪里啦？对，哪里？哦，僵尸。不，不要消失，拜托你不要消失。你要拜托老妈不要消失。老妈来打你了。老妈来打人了。老妈叫你睡觉。你妈打了，快下面那个。哦哦，他你妈叫你睡觉喽。对，他会插人，所以你就少哎。什么叫做他会插人？嗯 ，Yes， 好，有吗？有吗？有吗？哎，等一下，我有张皮啊！你给我滚！滚！哎，我上去。你叫张皮滚！你给我滚！啊，要加点啊！啊！又死掉了！哎，怎么是？怎么是他死掉？等一下，我又摔到了。为什么他死掉？我是摔两次的。荧光石的哪一类啊？哎呀，光因为新人来了，地狱宝石谁来了？看看看看，哎，夏姐，不要，我想说你刚说没，我想说你有问题直接这边讲就好，不用特别。哦，有了有了，看到了。我没有双荧幕，我没办法。夏姐，我也没有双荧幕啊，我没有双荧幕，所以我要回答他的问题完，切过去，然后切过去 Discord， 然后他讲完，然后再回来去。夏姐来了，掉了。哇，掉了神蛋哇！可是你还是要有那个、啊，哇，是荧光，荧光石在哪里？啊！不要，你宝石嘞，一进来就被攻击了。你看丢出去，欸、你现在是晚上、啊，原来我才捡哦，耶，我才捡哦。好了，我们先下起来了，好了好了，我好吃啊，再下起来可以光。再回到棺材上，睡觉吧。对对对，可以棺材了。好了好了，接下来可以棺材了。来来来来，都打我，都打我，来来来。人家睡了不睡觉的，一次五只哎。哇哇哇，好多！刚上次十几只在那边，那还好吧？小 case 而已，好吧？哎呀哎呀，我两只呢。上次十几只太夸张，好吧？哇。好。还好啊，都走 Y end 啊。好了好了好了，下那个夏林先去那个。先抽你未来不能使用的东西了，又要再抽签了。聊天时间，绝森有没有进来？我们的规则哎，绝森忙着做他的 P 那个 PV 作业，然后就他可能做暑假作业吧。哎，各位，暑假作业做完了没？还没，做是8月28号啦。我这边还有两天了，没有要关台啦，是8月28号，两个小时还关台？你说说一个小时吧。嗯。我们还有一个小时，你还有一个小时可以盖后怪物哦。没有，我们三叉戟，我们直接用经验修补复起来就好了，就它就不会坏掉了。还放太久，就直接给他个经验修补就好了。对，抽签要再来抽啊！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根冰刺塔？哎，天赋大头真冰柱，这根冰刺塔最大这一只大头真冰柱，哇，好痛，都快死掉了。大龟。哦，大龟什么？不愧是我们的深夜深夜话台哦，不愧是我们深夜12点哦，我们的深夜狂人，帮你讲解了。为什么我觉得12点哦？现在回到这地方，稍微有点累。我发现肥鸟的眼睛正好对上了我这个材质包里面的盔甲头，他跟你对上。哎，我是异色瞳的，好不好？好，先跟解说一下，你这边看到这边有分两组，好嘛？这一组的话是指说你未来不能使用的工具，另外一个的话是装备。然后它每个的它的第一个的话都是讲说，
都是你不要玩铁轨了，装备或者是工具的其中一个。第二个的话是材质，所以如果你抽到第一个可能是剑的话，那你下一个抽到的是铁，那你就是不能用铁剑这样子。哦，这就是你未来不能使用的。你未来使用你有，你被陷害，或者是你自己不小心忘记使用的话，那你就要去跳楼。跳楼自杀的。对，我们会看着你跳楼。信仰之药的那个、啊、有一格水建、啊、筑，只要我们不能随便跳楼的，我们还有一个信仰去跳。放下里面菠萝牛排。好，我们先从E1开始，对，先检查牛排。好，我准备开始。没有，那是没有。下节进入了一杠一。好好好，可以了。我好，你可以先抽。哇、哦，又是稿子，我上一个也是稿子。是稿。哎，抽到钻稿是好玩的。钻石吗？材质呢？就算是哎呦，来，钻石不能使用钻石稿，恭喜恭喜，恭喜不用撞稿，太伤心了，有够伤心，来来来，伤心了，这个好紧张啊，这什么鞋子？什么鞋子？你们都专业鞋子的，对啊，鞋子，铁的，你们两个相反过来，天哪，对啊，铁鞋，你记得把东西先放回去，记得把东西放回去，夏姐。辛苦你了，你不用撞稿哎、欸欸。要放哪里？你先放，欸、你刚抽的东西放回去原本那个的发射器那边。我们要去阿莫村了哦。等一下，先放好东西了。按右键，按右键。对，那个灰色方块按右键。绝神的。为什么是？我要看到下面插在我的。我们可以回血，我们可以回血的。Discord 里面绝神回应了。为什么之后但是永恒隔膜？因为绝神有出现在聊天室。不是要去阿莫村吗？来来来，下来下来。都要去阿莫村啊！今天阿莫村使用率还真高啊，使用了两次，就以 C 罗跟我的太滑了，太滑了，怎么了吗？我觉得什么叫太滑了？他滑不下了，太滑了，冰太滑了，对啊，这个地板太滑了，那所以说还没下来就对了，他下不来，还没下来吗？自由落体。夏姐开车是没绑铁链就上合欢山啊！我第一次遇到，等一下，地狱先别来，哇，地狱走了，地狱走了，地狱走了。哦，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下铺幸好我过了，超滑，幸好我过了，滑吗？很滑哦，很滑，真的很滑。夏姐，下铺，夏姐是不是自动跳跃？把自动跳跃关掉。对啊，幸好这个就不会滑倒。你有关掉自动跳跃吗？我看我不知道哎。你按 ESC 按键设定，然后选项按键设定，有个跳跃，把它关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横隔膜啊？按键设定，有，看到了。对，这样应该就不会像刚刚那样子一直。我来阿莫村喽！大家准备一下阿莫村喽！我觉得应该是我有参阿莫村使用率增高，超了！踩到龙之后就不要往前了，还会自由落体。真的啊？对，会。对，不用按往前。哦。好，太好了！第一次我蛮快，已知使用梯子，已知使用，我使用梯子的几率太低了。可是这个，如果你很懒得盖梯子那个楼梯的话，那直接用这个很方便。还有地狱门之旅又要来了，哎，人呢？看到要下车，人呢？你走哪里去啊？这，不要乱跑！回头，先出来跑！对，不是那个大的，不是那个大的。太大了！原来是那个大的，不是那个大的地狱门。走错路了，走错路了。我想说，怎么就你走？幸好你没有搭错车。我想说你怎麼，我走进去了，我很开心，很兴奋的走进去了。等等，你竟然发现不对，上错车，不是上错车。老司机，老司机带我走。其实我也是很想上车啦。啊！我不要，拜托，该都被杀了。听起来不算了。有阿莫在，你上车都会有问题。人，有阿莫在，你上车都是一个问题。有阿莫在，那个车永远是飙的。人车永远是发不了的。你人呢？你车子要坏掉。走这边。往前，捡到莫奇要。你不要走那边，不要走那边，你要走楼梯。下我要走。哇！刚那个是刚有在刷怪，刚有在刷怪。不是，是我一进来的时候，刚才 C 罗在打怪，然后就地狱入住的还在很暴躁。那你拿箱子里面，你拿箱子里面的东西，拿个矿车，然后放铁轨上。上车，上车，老司机带我走。
啊，你坐上，你坐上去，你先坐，先坐，坐上去，按右键，按右键，按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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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夏姐，你怎么了？夏姐，你坏掉了。不是，你坏掉。No less， 宕机了，夏姐宕机了，宕机了，坏掉了，宕机了，太好笑了，它坏掉了。这里是不是有点对，宕机了，好，下节了，恭喜，剩下148个字，你我现在觉得我这个材质包有点高端呢、欸，它的红石铁路在动的时候，我知道，刚才那个，不用回去了，等一下，白痴哦！我手家里有苦力怕，我手家里有苦力怕、夏姐这里，夏姐站在里面就不要动哦，夏姐，你不要再动哦。哪个家里？我们的家里站在工作台上面呢、啊。为什么？看我们那边是苦力怕观光区，是不是？已经有人卡在那个南瓜塔，是同一只啊，就是刚才在看洛莲那一只，那只已经被干掉了啦，那只已经干掉了啦，他在房子里啊，为什么在房子里？你先不要接近，我们到时候去解决他，我们到时候去解决。你先不要接近，拜托。我要进去烧木头啊，就。What？ 还有爆炸吗？啊，爆炸！小屋这个奇妙的小屋，好看我们这边这个。你这边是只有你农作物，就是所谓的素的，你之后就只能吃这一项。可是肉还是可以吃。哎，人呢？肉可到这边没有人类，不是人类，人类不见了啦！走进来，为什么？不是，怎么没有锁门？阿莫村那么小。阿莫村很小哎。现在怎么回事？下来。不要，就别走丢了。来，这，不要走那里，跟看着我。对，在干嘛啦？笑死！我是谁？我才不要！他跑到那个谁啊，疯婆的房间外面了。先不用管他，先不用管他，就你先看这个投资器里面，按右键，都要按右键。对，按右键。先不要按按钮，按这边这一个。使用这个投资器。不行，这是你未来吃到那个只能吃的素的，就是说青那个植物类的食物。对。但是你的肉类还是都可以吃，我们只是限制你吃这个而已。那你按下去就是你按你之后就只能吃这个了。啊，好紧张哦！是按这东西像要死一样。面包哎，你可以吃面包。哇，夏姐跟我一样哎，我们到底有谁有吃？可以。我们到底有谁有吃比较好的啊？像马铃薯之类，有时候吃啊。哦，想到我不能吃面包就好吃。为什么他有生叉节啊？因为他拿到了。刚我先发现一只了，叫。可以借我们看一下吗？啊，你记得还啊。哎，不会，不会 A 走了。阿摩村到生叉节，你没有复修补，我给你。阿摩村结束，还没复啊。然后阿木村就丢人给哎，这个手的效果，这个手效果，哎，好，哇，为什么拿的铁轨啊？铁轨到底是哪来的？阿木啊，阿木啊，阿木沿路丢是不是？想到当是阿木啊，不然还有好几组铁轨就乱走啦，回家啦，盖好怪物啦，小安，盖好怪物啦。我还把你按了。在想。哎呦！这里。为什么风波在挡人？我没有挡人啊。为什么？啊！不行，我已经要到了，我已经要到了。哦，这个游戏有残影啊！这是有残影，太厉害了。然后那个就会死。放这里。这是有残影啊！放了。好的。哎，放错了。哎，这样。进去了一个奇幻空间吗？你是走到木门的吗？没有，我就被打下来的。你被打下来？哦，那应该是掉进下去，掉进下界了。再见了，大家再见了。再见了，跑哪去了？这亮度应该不会闪过呀？为什么？好，怎么我们新人就这样消失了？哦，我在这里。夏姐，你走到人生这个方向吗？
找到了真正的方向，找不到回到现实的方向。然后我就决定被人家杀死了，因为我被我笑死了。哎，好，哎，好吧，那拜拜先我们先一步，比我们到家。对吧？抢先一步是阿莫哎，鱼缸搞好了。哎呀，阿莫，待会去帮你接回来。不是啊，你搞一个鱼缸，你搞了第二层鱼缸。哎、欸，这样很好玩哎，他们会从那个中间的头走到游过去。哇，哎、欸。他们真的会游上去吗？游 啊，不是，已经游上去了。那些都是自己游上去。鳕鱼游不上去啊。对，悟性是用 YouTube 啊。对啊。嗯。大鱼缸。大鱼缸。嗯、这鱼缸怎么回事啊？也太……我知道你问阿莫啊，他、怎么干这样子啊？为什么身上会有那么多横膈膜的呀？所以那只 Creeper 还在吗？那种横膈膜都是谁给的？哦，对啊 ，Creeper 还在吗？我要去看一下。阿莫干掉了，可是家里为何会生就是了。嗯，我要去放在我的这个暗点，这个叫什么东西啊？啊我寻过了，横膈膜收集箱。嗯，太恐怖了吧？哦，横膈膜收集四组了耶，好可怕啊！仙人掌长哇，慢哦，上面还打退去。好了，我们这边你被禁止的事项也够多了。先拿铁来做个铁桩，禁止跳楼，禁止跳楼。不，跳楼是一定要有观众才能跳。禁止开车，禁止放火啊！的确，因为开车是阿莫的工作，禁止开车哦，记得禁止开车，阿莫，阿莫禁止开车哦，交通工具，我不会开车。哎、欸，我摔两下摔到剩四等哎、欸，我刚刚还有二十几等哎、欸，没了，哭没了没了，哎呀，太可惜了，应该是囚禁北极熊，那也太可怕了吧？都没哦，真的哦，小哎、欸，难怪我怎么觉得小英好眼熟，玻璃我发现啊，不是有地方专门放玻璃吗？玻璃，然后想知道这个屠夫到底是为什么用砖好放在这边的、啊？屠夫啊，为什么会被关在这边？好问题。屠夫不清楚，这两个屠夫啊，为什么被关在这边？我看一下东西。屠夫，这是个屠夫吗？哎、欸，真的，为什么屠夫被关在这边？这哦，原来我们有屠夫啊！就是你用肉跟他交易，应该就可以的吧？来吧，那 CEO 走，我们就打猪工。太多鸡了吧？好可怕哦！我们家可是有很多鸡的呢。这个世界也太可怕了吧！很多鸡哇，直接盖出一个网哎、欸！哇，盖出一个网是怎样？我不知道，用玻璃就随便盖就盖出这样东西来了，我不知道盖什么、啊。这个我也不知道盖什么、啊，去问我，我不知道、啊。就是你盖的，你还跟我讲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在盖什么、啊。靠背，那是红豆盖出来的啦。哦、好笑的。哎呦，凡事必有监狱。村民被关在里面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是肥鸟，你要我打什么、啊？没有啊，那个只是那个鲤鱼王，鸡或是猪啊。游戏 girl， 游戏 girl， 嘿，游戏 girl， 从游戏 boy 变成了游戏 girl。好问题哦，游戏 girl。我看一下哪边，那边很多只，我杀、欸。逛街中，然后卡住了。哎，一只跑出去了。啊？马路砸了。马路跑出去了，啥、啊欸？你那只马跑出去了。我突然发现那个掠夺送子鸟的礼物。我突然发现掠夺100，它好像变得比较那个掉落率掉落的东西比较少。啊，放心啦，就算没有看到直播，可能有减少掉落率的。哦，你这哦被 nerf 掉了。哦，来 nerf 掉了。还说因为我脸黑啊？好吧，看来是我脸黑。问他，他有点黑，不要挤，太黑了，太黑了，有点黑。正在逛街中，逛逛逛都可以逛。别说那个，他好像是你不要逛到老妈出没还没躲就好了。好像1到100，然后就随机跳一个数字，然后有可能连续跳三十级。谢谢，知道老妈是什么吗？我不知道。好吧，不要知道就那个待会就会出现了，我猜待会就会出现了。嗯、你等下就不要睡觉就好了。新生物哦，没有啊，你要先给他做床，要不然他根本就没办法睡觉啊。那你就直接睡阿胜的、啊，根本下阿胜拆掉睡觉的地方啊。侵占别人的床，快点！侵占别人的床，我们够的也可以啊。一言不合就不来了，就直接拿走。嗯，小人的地下室也可以啊。哎、欸，小人的地下室吗？还是谁啊？谁啊？是小人的吗？还是红豆地下室啊？
你可以，你可以现在去那个私讯他说，哎、欸，这个是谁的？是你的吗？他可能都忘记了、哦。对呀、啊。哦。好了，我要确定一下。肯定可以盖房子。盖房子。红土公园那里。这里。这里。火鬼屋。火鬼屋那里。对，挂号。可是。开发新地。哦，来了，老妈来了。对啊，目前主要的话是这边的、啊。哦，是你。是你，我认识你。哇，太熟了！啊啊，快跑！我把这个羊杀掉了，对不起。他不会，他不会咬你。没有，记得养回来就好。所以你养我，帮我们养老吗？你养，你养，你养得起就养。你怎么养？我有个问题，外婆跑去哪里了？我怎么知道？问你啊，谁会知道外婆跑去哪里？他不见了。不是你负责养他的吗？不是啊。哎、欸，他真的不是。你竟然说不是、哦？不是，我才不想理他嘞。是不是？是不是？哎、欸，他真的不见了、欸。你就把他玩弄成这样子之后，然后刚刚跟我们讲说，没有睡到里面吧。哦，魔力龙太多了，巴拉巴拉。盲杀，盲杀原本的那个词。你们有说有只龙啊？龙哦，你是说门口吗？门原来我们门口有一只阿木。我受的一下，拱手屠膝。哎、欸，有声音了，谁家的、啊欸？我看到有人哦，三只哎，是怎样？哇哇，我被打了哇！哎、欸，石砖要怎么做啊？四只啦，四只。你要用石头，不是用鹅卵石。我知道要怎么摆啊，我忘记了。哎、欸，新版的那个射箭的音效好帅哦、喔！怎、欸、么那么多人打我？不要打我啦！阿莫，不要打我啦！换我了，阿莫。哦，帅！加油吧！还好的，是拿来交换的。哦，我知道怎么做了，原来是这样做啊。喂、欸，有啊，不要打我了，阿莫。又不知道跑到哪去了。间接告白，抓到了。间接告白，这是太惊人的告白了，好不好？这太惊人了。哇，好多老妈哦、喔，也不是老妈。哎、欸，掉、欸、我的弓嘞、欸，我的弓怎么不见了？弓不见了。我、哦、找到了，找到了。没弓。哇，没工的男人哦，不是、啊、没工，嗯，哦，这上面还可以来当瘭望台，没工，那你是瘦吗？原来是瘦啊，原来是瘦、啊，童叟无欺，这可以来玩那个那个屋顶跑酷，没什么边界生存，我听到爆炸、啊，我要找一下人，然后再从这边跳过去这样子，踏着边的尸体往前进，这不算尸体吧？这只算建筑师。完全这边的建筑网全干脆来关注啊！你现在到傻西光游戏频道。哇哇哇哇！好像为什么还没有解决完呢、啊？哇，那个声音太久了。塞哨，现在直播真的可以按一下追水，啊、不是追水了，关注我。我就没有攻啊，我就只是靠近在杀啊。啊？有说童叟无欺吗？没有吧？剩一只狼。啊？剩一只狼。啊！我在哪里？我是谁？我这句也太不知道你是谁了，我知道你是谁啊！这人怎么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哪里。好多死兆哦！哎、欸，夏姐是不是被最近的台风弄到头晕了？有点，外面风很大，雨很大，风大雨大。我这边已经下了一整天了、啊。是李静直跟外面的。对，下了一整天了、啊。还奚落。风大雨大，没房子、啊。你是不是用掠夺打他？哎呀！现在是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迷路。我拿到一组哎、欸，有没有要去救下去？哦，那个是因为之前的那个沙漠村庄小游戏获得的奖品。那个天赋，那个天赋非常想要。真的迷路了。什么东西啊？我有一组，天赋非常想要。要什么？横膈膜。横膈膜。哦，横膈膜帮我留着。耶，走不出去啦！人生。我会收集一箱的横膈膜，然后到时候泼在阿莫身上。你都是走小路啊？问号。阿莫的横膈膜，哎、欸，这晚上很适合做练功的。新的毒品是不是？哇，很适合来打。新的毒品，横膈膜。对啊。麦块横膈膜之线。我要怎么做啊？还你啊。嗯。哎、欸，我练。嗯，还行。啊，这个我都不需要。这不需要。还是迷路，迷路，迷路，这里是哪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直接走下去了？你在哪里？我们怎么知道你在哪里？没有，我就刚进刚刚那个天赋在的屋子里面，然后就不知道被闯到哪个。哦，你叫我们的、不是啊，你在房子里面可以迷路哦。他不是他该不会在那个森林大宅？对，他大宅。怎么有声音？那应该是。他后面，
差一点。你要回到一楼的楼梯后面，有个传送，那个也有传送点。不是、啊，我刚才大宅啊。我刚才是大宅。嗨，有人真是太开心了。我遇见你就笑、啊，就看你要不要、啊。不要。今天有两个新人。好神奇啊！我想要。我又要死掉了！哇，好多你妈哦！哎，多啊，好多天赋的妈妈哦！要我闭嘴哦！都不就是在打我的，好多 Y 的妈妈哦！哦，你说 Y 的？哦，好多阿莫的哦！讲错的是阿莫！哇哇，我妈来了！你妈来了！马上开口！马上就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马上天赋啊！你要开直播！没有啦，我说那个老妈，老妈，嗯，要来送横膈膜，送来送横膈膜，横膈膜直接点，横膈膜在这里，想要横膈膜吗？买十送一，买十送一嘞，哇，稀有只要敲一敲，直接超过那个数量，直接一组多，下来，天、啊，哦，在我手，跟我说还是挺难的。哎呦，我快两组了啦！啊，我没放太多，放太多村民，放太多，我说村民，好多村民呢，放太多战犯，哇、啊嗯！哦，你侮辱村民，哦，我侮辱村民呢？哦，村民住在你家，村民是老妈。哦，老大鼻子，大鼻子没有去走到 Y N， 等一下，阿莫开始着急了，不然可怜嘞。我现在在红土那边的水鱼池用的也很好，有那彩虹羊回来了，我很可怜嘞，假的。哇，这下面还有水道哎，你真的想把这边做鱼池是不是？哇，我一直把荧光石放错地方，糟了，重做好几次了。哦 ，Y N 在这边啦，靠腰。嗯，问号找到了，表示欣慰。恭喜，真真高兴能见到你。哎，你们去看一下那个红土的鱼池，不太怎么了吗？鱼池怎么了吗？你们去看一下，再帮我关注一只那个三叉戟。哎，你全部都取我们的名字。然后不是重点在这边，重点在这边。我要还要走走啊，这边重点在这个。在边缘，边缘，热带鱼是 Y M， 哪里啊？哦，卡住了，外面是哪里？他就在这边，就只有他在这边有，其他，然后这边三只，这边 Y M 了，这边三只，好多 Y M 啊！我看到了，那些鬼是我们吗？五星跟风破，风破跟五星，沙漠。五星，我、oh. 为什么没有我们？因为还没有捞完，继续做，因为做不完，做那个好累哦。好好，就是啦。啊？金燕哦，金燕燕 ，Y 燕，不是 Y 燕啦，下去咳嗽了。嗯，哦，你们的拉萨记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咳嗽，莫名其妙的就，他太。哦，对啊，弓箭的音效有改了、啊，觉得莫名其妙，超帅，摔到也感觉像骨折。天啊！与其说这个行为是可爱，不如说有点恶趣味我要去试试看一下那个红土高原。是我错觉吗？还是他真的没对称？红土高原这样子其实真的还蛮漂亮的，缘分到他自然会对称，比想中还要漂亮的。天哪！啊，这些要搞缘分好了。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起那个，为什么我们这个破格屋不做那个七彩色的，而是还要跑出了瓷砖？不该想的，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开，他们不想拿那么麻烦的材料开。其实懒呢，是啊，这样好难，好煞风景哦，懒不得堕落。煞风景是吧？你自己盖，你来盖。我没有盖的意思啊，所以我没关系。你这边嘴、欸，我真的不想嘴啊，不是啊，因为不知道什么我觉得这边会出现狮子之类的东西。狮子 ，lion， 打这个打太多了，那应该就是以后的事情了。我要以后是 lion， 我要来挖一点其他颜色的硬化黏土。要冲牙了？怎么飞呢？为什么飞起来了？你去哪里呀、啊？要冲牙？哦，为什么飞那么高啊？哦，好棒啊！
哎、欸，我要玩。你要玩什么？你要玩什么？你说三？我要玩村民。你要玩村民啊？我要玩村民。我要村民。水里使用，水里景色。那个你要三叉，你接下来就要自己去找、啊。哎、欸，你把火把都收。难道回去？有人说就不拉什么推气台，还要做什么放水桶？所以可以查封，然后盖查封。为什么有查封的房子？我想问呢。歪的，歪的，歪的。那个三叉戟会自己回来吗？那个你要附忠诚附魔才会。另一个叫什么？中超兄弟，要忠诚附魔。波涛跟忠诚不能同时讲话的，他的声音被波涛跟汹涌，没有汹涌。我只是问说，我盖在这边可以吗？这样不可以，随便啦，随便啦。凶，哎，你是要盖在哪边的房子啊？你就盖红土吗？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盖红鬼屋啊！其实你要怎么盖都可以啊。随便，我们只是给你一个方案，就是说看你要不要这样跟我们一起盖啊？要吗？盖个红鬼屋而已啊。我们下次要去。哦，好痛，好痛，好痛！知道好痛吗？知道我刚怎么摔死的啊？是蘑菇岛，蘑菇岛先。要不要去蘑菇岛盖房子？完了，我摔死了。哎，肥事，肥事，你肥鸟，肥事，肥事，肥事，多喝水。那三叉戟搭配中介珍珠，可以飞250个远。也太远了吧！太远了吧！那摔下来会摔死吧？就没有，你就是平面水平的飞啊。哦，我们旁边是先丢沙棘，然后冲刺的时候再丢中间珍珠。我们旁边是沼泽，哎，我们如果从我们货柜屋前面往前跑过来看的话是沼泽。好哦，那我们下一个去沼泽吧。哇，这边好漂亮哦！天哪，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吧？怎么了？漂亮，在知名地标都盖一个房子啊！我占山区。我们现在就已经在盖地标了，不是吗？哇，占山区，占山区。哦，工商哦，我多挖一点点那个比较不一样颜色的，留着。差异哦，红土高原的一些材料都好棒，我就不用一直花心思。剩下93个去找，离题就只剩下一步。对啊，可是我不知道该拿来盖石头屋也不错啊。崩破你屋顶可能要再差两根，可能会升。哦，好。新的嘛，就是我一开始只是先等一下要死掉，先亮发，因为我的亮度并不是最，我没有插到最明亮，所以我就不清楚到底亮度要多亮。而且我看了一下我的仙，我刚找到的仙人掌，其实这个仙人掌的造型还蛮可爱的，它旁边会长，它会旁边会再长一些东西出来。以后会不会出现仙人掌花？最近感冒一直拉肚子，所以一直离开。好哦，不舒服就去休息啊。好痛，听起来很痛。听起来很痛，真的。夏姐是不是现在就很痛了？有点感受到她的痛了，感应到了。你痛了吗？她可能住在你隔壁，可能那个人就是你。哦哦，夏姐你怎么换名字了？今天听起来怪怪的。你今天怎么了？就是痛。我觉得怪怪的，我刚刚突然想讲说，羊毛。你是谁？我是谁？他是谁？来买。这个色系好适合做观光公那个乐园的感觉，观光乐市场。你是说马戏团旁边会有那种摊位，是不是？就也不是，就是那种观那种呢，就是那种观光乐园啊，那种观光圣地。观光圣地，因为颜色很缤纷，因为颜色真的超缤纷的。我这样现在走来走去，我觉得好缤纷哦。那不然我们来块吐司茶游乐园。吐司茶游乐园嘞？问号。哇，这个鱼看起来好吃。我丢那个，我丢那个，这个有没有可以救下仙人掌了？你自己看，这是仙人掌。仙人掌。我把我房子盖好了。哇塞，超可爱。送你一桶蘑菇。怎么有人从那边出来？从哪边出来？啊！哦！他送了我一桶鲑鱼。那应该是阿莫，我猜。就阿莫才做这种无脑事情。哦，原来是这样做哦。阿莫的鲑鱼的事。哎呦！阿莫的鲑鱼。阿莫的鲑鱼。好，我吃哦。阿莫鱼，他的鲑鱼。要不要吃个？阿莫的鲑鱼软。要不要吃个？阿莫鱼，他的鲑鱼伙伴。哎，哈。烟火要怎么使用啊？烟火，你就按右键、啊。你要飞起来状态，飞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它是飞行时间一有关系吗？其实一就可以很快了，所以就做最便宜就好，就可以 model 了。对啊，原来你们也想玩？它这个要怎么使用啊？右键吗？
又见了，你要飞行状态下才能丢出去。想到刚烟火刚出的时候，每天都在丢。可是现在这个有实质作用啊，连闪器在那边丢。我想要怎么飞出去，然后停。先不用连闪器了。噔噔噔！哇，我觉得我越盖越像中世纪啊。嗯，不错啊，真哇！帝王的纷争。哎呦，听到了。没有工伤，没有工伤。汪汪汪！啊，烈王的分身，为什么突然汪汪汪起来？汪汪汪！因为我听到外面一直汪汪汪，我想要跟着他一起汪汪汪。因为先别用快递，我们一开始那个区域真的很多人养狗，所以汪汪汪汪汪，汪汪先生有快递，喵喵，汪汪喵快递，喵喵汪，不能汪汪的时候就喵喵哦，少汪汪，还是我不能喵喵的时候就汪汪哦。哈哦啊，没有，那是一首歌哦。在讲射出，要学猫叫吗？没有，这个下中间里面那个东西随便你，那个东西这个地方只是我想要多做一个区而已。好哦，好无聊。我今天不知道干嘛来着吗？盖房子啊？没有，那因为我们要照顾新人，要不然的话一开始太对他们来讲，他在我旁边徘徊耶。好科技，太不行了。我想你们有没有什么那个格局的规划？嗯。格局没有，没有规划，不要太夸张就没问题，一切 OK。不要盖得太平均啊，你可以来盖引领潮流啊，太引领潮流了，整个潮起来耶，时代哦，整个潮流都被我们用起来了啊，盖了，不能做成浮雕瓷砖了，啊算了，这样就用一下吧，缘分，直接讲就缘分。我把先度这样吧，应该够了吧。好，我一直忘记风波是什么盖的。你就算个大概，我还以为你要说你忘记风波是谁。反正外观大致上有风波，吓到哎、欸！这边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了？这样鱼儿啊，那边我的鱼被我捞出来了，不好意思，哦、我被你把我鱼打出来了。这样变得好奇怪哦，整个都变了。我的鱼捞一捞，战术性捕鱼，战术性捕鱼。哦，夏姐终于学会了。待晚上的时候，我们再看看可不可以再搞到一根三叉戟啊！我跟你讲，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有一句话叫做给那个鱼吃，不给他是钓竿。所以夏姐拿了铁桶，夏姐成功了，我成功的吃鱼了。对，好开心哦！不是吃鸡，是吃鱼。从年代来吃鸡，不是吃鸡，好像不是钓的公干，钓的公干。不要，这样会不会？哦、我要拿一点地狱石。现在是要晚上的意思吗？怎么不避孕了？东边升起，西边落下。你要拿什么避孕石？啊？避孕？啊？不用管阿莫讲什么，你反正你听到，你都可以先过滤掉，对。不是阿莫讲话就是废话就对了。这个材质包是真的不错、啊，蛮可爱。所谓的材质包避孕，什么鬼啊？你在攻杀我？不知道你问阿莫啊？攻杀毁啦！攻杀毁！哦，又有那个声音了，又有那个声音了，我听到老妈，老妈打我啊！我被老妈打了，我还刚跑去躺了一下，我还刚跑去躺了一下。嗯，什么？看来要占山区，我没看到啊！不让你睡，不让你睡，不让你吃。老妈来打我。哦，闪过来，躲避球，香蕉有满地开花21，他死掉了。好，像你这种要求，这辈子没听过。问到，问到。Well， 你说满地开花21吗？不是，来打我那一句。像为什么要这边上我、啊？为什么我这个上我啊？啊，这边上我。哦，从这边上我。哦。这样子现在是不是不会破门了、啊？这种独特的要求，真的从来没听过。对啊，这次好像不会破门哦。干嘛？你很希望他破你们吗？很久没有被破，你很想被夜袭的意思吗？夜袭生存战啊，对不对？以前打 CS 哦，工伤，马上自己发现自己工伤不行。天路怎么会这么喜欢跳了？又要跳又要跳了，要跳了。我先跳一下，等我。不用这样子，这个只是随便你而已，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子。只是我想要跳几次，只是我想要在顶楼上面盖个那个哦，工伤啊？为什么这个洞那么难下去啊？
哪个洞？我很想下去，可是我下不去。哪个洞？好，哎，等一下，好像有点机遇，等一下，可能需要进洞的时候呢，不要乱动啊，就让它自然的滑入就好了。哎、哦，有了，哦，好感人哦，看到洞都想进去啊，忍不住。问他，你看到吗？轻轻的滑入啊，不要挣扎，轻轻的滑入，轻轻的，啊，我就上来了。耶、yeah, ，轻轻的站起来了，金的关门，这个生命掉落的箱子满了，满了。哎、欸、，CEO， 那里有，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好像没有拿生杀器，我先把他干掉。他站起来了，你先把他干掉。默默的滑进去了，啊，满满的横膈膜，没关系。缓缓的，我拿起了手机，准备按下三个数字。满满的，我们警察局吗？满满的横膈膜，整横膈，没有，他可能要打横膈，他可能要打横膈膜吧？他飞好远哦，横膈膜。合格吗？哎、欸，我盖好了、哦，你还是用可以吗？超盖超随便呢、欸。啊，随便。哎呦，好多金锭跟那个，哇、欸，是不是什么装都喷了？小心有苦力怕、啊，小心手榴弹。Green A, straight ahead。哎，是不是我在那个地那个地狱石把它点燃起来之后，旁边放木栅，它是不是烧起来？它可能会去木栅动物园吧。木栅动物园。我不知道，没有啊，那个金锭一次只有一个，可能会被收养吧。收养啊，对吗？猪人比较快，猪人自己本身也会掉一个金锭啊。对啊，猪人会掉金锭，又会掉金力。对啊，什么都有、欸。为什么水池里面会有？啊、水池有什么腐肉啊？不会。这两条鱼没有命名哎、欸，一条叫风魄，另外一条不知道。哎呀，好多粘土块。好多挖土，嗯，那不活生，其他房，哎、欸，真的，没有巫婆声呢，啊，哪里？我听到巫婆声，可是我跑出来一看，是 Enderman 在我家旁边呢、啊。哦，也是、欸、哦，原来语音也改啦，太夸张了，僵尸的声音变成猫咪的声音了，这是，哎、欸，啊，太像了吧？哦，看到了。有说可以叫有吗？银丝粉跟糖，我私下说。哪里有巫婆？我打。已经结束了。啊！哦，结束了哦，关台、哦、没有了。哦，已经结束了。哦，哎呀，这么快、啊？嗯，这样啊。嗯，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玩。哎、欸，我是应该做一张床带过去啊。你早该这样做了。早就该这样做了、嗯。还是挖别人的床过去。超恶劣这。超恶劣，真的，我就知道你是这种人。没有，哎呀，哎、欸，羊毛在哪里啊？这是其他羊毛，羊毛啊，羊毛自己养，羊毛箱，有羊毛箱在比较上面的地方。哦，我看到羊毛，无法休息，我无法休息的地方，因为有怪。我是屋顶上吗？在屋顶上唱着你的歌。哦。在屋顶上、啊，这你的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怪是哪一只了、嗯，真是。耶耶耶，新的没有啊。嘿耶耶耶，好，不套。嘿耶耶耶，那是什么？其实这首歌有版权，不能乱哼。那是什么？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是谁，谁哼都哼不太出来。那你哼的好的话，一句就可以了。一句就版权了、啊，一句就版权了。哎，还酱药水完成啊？没有啦，没有那么早关啊，还有半个小时可以开。是阿妈，不是。外面我没有下班，谁敢下班？外面好刺激哦！外面好，为什么有人的房子盖成？我觉得悟星从外面看好像法院哦、喔，那个睡觉的记得定时要睡觉、啊，好像法院了、喔，是吧？可是卡通里面的法院不都长这样吗？哇，盖法跟风魄一样啊，两间法院问题吧？我觉得是很，我、哦、觉得还好啊。哎、欸，老妈，老妈，老妈，谁的啦？我、啊、打 C 罗的 ，C 罗老妈，你到底认了多少老？你到底认了多少干妈、啊？我刚刚还躺床，为什么？为什么还有？小心！要爆了！小心手榴弹！小心手榴弹！要爆了！哇！喂！天啊！就前面有一只鬼怕，差点爆炸！希罗爆了！刚刚真的都目睹那一刹那，哎、欸，差点就爆了！希罗，希罗，希罗，希罗！你进来我的房间里面看，干嘛？你把
你把它放进去里面了吗？我自己进来看。哦，我天、啊，怎么变教堂哎、欸？天父，你现在家里都空的，这样没问题吗？变成教堂了，你知道吗？不是啊，这个床，不要，这个床放这个。我妈来了，老妈，你妈来睡觉了。我干、哦，他妈不在刚睡吗？他妈死的，我妈死的。我刚睡过床啊。我要看悟星他家变怎么样哦？为什么还那么多只啊？还没内装。妈的，完了，我要看一下。我刚明躺过的，那么多只，奇怪。你还没内装。我的有内装了，有一些了，两个箱子而已啊，我们才盖一层楼而已耶，你在努力啊！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说不定上面可以变炮台啊，对不对？跳翅的那个中世纪啊，你过来一下，你来、你在这吧？啊，等要炸掉了！保命吧！打蜘蛛！哎，老妈，打老妈快！打老妈，老妈死掉了吗？要爆要爆要爆！哎，他掉好多人给我。我捡，快白天了啦，他自己烧掉了。我捡了一组多人隔膜，哎，感谢。也是由来来那个来飞一下。是在地震啊？等一下，我就把东西丢掉。这个洞是什么？好多垃圾，有个坑哦，好多垃圾。掉下去，掉下去。哇哇哇哇！好，哎哎，我跟你们讲件事情好不好？我发现为什么跳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因为我刚才丢药水。哦，你丢氢药水是不是？哎、欸，老麦打我了，好像是又完全变成飞机了，完全。西罗，你上去跟老妈对战，是要跟老妈对战了？不是我对战了，老妈与老妈与西罗打西罗打西罗，西罗老妈之战，老妈与西罗的大战争，猫咪西罗大战争，猫咪啊老妈大战争，把南瓜啊记得大家去支持一下 RC 的这个猫咪大战争哦，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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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工伤过了，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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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找到了，没有地震啊，对啊，卫星家干了，鱼破了，鱼破了，鱼破了，破了，鱼破了，破喉咙，破喉咙，破了，那个破了，新人送的啊，哎，这个我不会修啊，卫星。交给你。哎、欸，怎么所有你的那一个？什么叫那个啦？哇，说名字一览即识，说清楚。叫名字我就很可以、啊。观赏鱼池，请勿动口动脚。我就很可以。哎、欸，等一下，我先借个嘴，我要把它救回来。借个嘴，你要借谁的嘴？你要借谁的嘴巴？你想借谁的嘴？好恐怖哦！现在他南瓜灯换个做法，你要我借都给他借，都给他借。雕刻过才能应该要先鱼要哭了，鱼要哭了，应该多做一点，像是跟那个风暴家一样。鱼在我手上，它还好好的，你就看你想要怎么弄、啊。发现我现在需要经验，我要修一下我的妆。我觉得要打一个告示牌，说请勿触碰。我这个请勿触摸，是不是？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就淹水了，吓我一跳。淹水了，跟台南一样。那就是世界淹水啦！请问一下，火把有没有被弄掉？可不可以不要再淹了？好淹啊！医要擦很久。对啊，医要擦很久。哇，那个退潮要退很久。又是谁在放水呢？为什么上会有那么多梯子啊？好吧，那么多木棒啊！海绵苦力怕，你好。嗯，这是什么苦力怕、啊？为什么海绵？因为我那个材质包看起来真的很像是海绵。哦，海绵宝宝的苦力怕。哦，光三，他有没有出游戏？海绵宝宝？嗯，有哦。哦，我不知道，其实有没有我也不知道。那你还说？我觉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旁边是黑橡木森林吗？嗯，对 ，Yes， 蘑菇森林，蘑菇岛森林。照你讲，里面应该有好几，应该有很多那个。女巫黑森林蛋糕吗？应该要新增一个生态系，是那个女巫部落之类的才对啊。女巫部落太恐怖了吧？就是在里面，就是一眼那个看到外人啊，是不是丢那个一群阿婆？看到外人就是说，把他拿下，把衣服脱掉，其他的没事啊其他啊，阿莫，你是不是提前下去喝酒了？哦，你是不是喝酒啊？他也是喝太多。What did you say？ 没恭喜。不行啊，真的太多，真的很不行了。小孩子还没有开学哦，不要这样哦。对，等一下要开学后再讲，不要这样子。要后来要等他们开学后再讲。啊，不是啊，这个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嗯哼，阿莫，
谁的二 D 平面房子啊？二D 才房子。我要住地底下了。好，耶、yeah, ，再见。二 D 跳房子，不是有空房吗？我发现啊，有人把他家楼上变成，好像变成植树区了。你是不是要半折植树啊？哦，对，我二楼一直都没有盖房分房、欸，大家都睡得很没有隐私权。隐私权？你有隐私权吗？有隐私权吗？嗯啊，好黑啊！摔下来了，哦，下姐摔叫这么、哦、叫这么销魂，然后摔下来，叫那种销魂，什么叫跳？这是一场误会，误会，假的，这就是假的，这些都是假的。我喜欢，刚那个人不是我，不好意思。人家说账号被盗了，对，被盗了，没被盗，被盗了，都被盗，被盗喽，对啊，被盗喽。怎么可以乱倒呢？欸、下期被倒一天，这个也倒得太快了吧？对啊，回复太快了，这是瞬间害入，瞬间抢回来，是哇，瞬间抢回主导主导权。对啊，不知道抢回来就缘分嘛，对不对？这期就讲求缘分啊，太缘分了，缘分蛋糕啊，对不对？缘分生日啊，缘分生日。依旧吃到晚安。那、哦、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是不是要扩建了、啊？扩建什么？扩建什么？二楼啊！我还以为你要扩建水族馆呢、欸。不要在水族馆了，拜托。那水族馆十五乘十五好了。你哪有人在那个自己家房门前面盖水族馆的、啊？对呀、啊，谁那么白？下面那个也不是我盖的、啊欸，我只是盖，我只是扩建它而已啊。那你为什么干嘛跟着傻傻这么盖上去啊？他就很无聊没？哇，辛苦辛苦！加上一些假装在晒腐肉。好啊，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把它改一下，我来改一下。真好。哦，其实也不用了，没有，我要改，我就是要改，管。我就是要改，很气耶！我就是在气耶！就是要改，就是啊，就是这样玩。把我的玻璃都拿来，等一下，玻璃，按的玻璃就是这样，就是任性。玻璃有一个意思，有钱就是任性。对呀、啊，男性的性就是男性的性工作者。啊？我问他，问他你在说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完全不懂？我上次在看，我上次在看那个，你都看了些什么？我上次在看那个什么模仿游戏的时候吗？请问你都看些这样晒肉干？不要这样好吗？题外话，你算料理台的？哎、欸，奇怪，我的木头嘞！哦，找到了，我在自己家的那个屋顶上面做个那个像是料理台的地方。料理台，料理台，你是想盖厨房啊？你到底在搞厨鬼？你可以过来看，长得像这样子啊？我是想盖厨房啊。好了，剩下半小时，我来修改这个。我觉得他到现在这个混凝土竟然没有办法给我做成阶梯式的，这半小时我只做最基本的工作而已。你要不要来陪我修这个啊？你可以陪你插火吧，对吗？插火吧，对，一起插好插满哦，插火把人生。我在雪地里面，我把那个方向雪地里面当雪天，我把那箱横膈膜带过去，快吧？啊，我走回来，我走回来，绕一圈又走回来了。哇、哦，幸好，幸好，幸好，那走丢很难找回来，走丢人生就结束了啊！不，走丢直接结束人生，走丢了人生就结束了，太扯了吧？也太快了，直接结束，燃烧，自己解决，烧到胜，烧到结束。哎呦，哎呦，哎呦，哇，真的会引发争论的这个，每季都要道歉。哎、這個，这什么？上有张脸，看一下。哎、欸，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乳发亭掉下来真的是很嗨耶、欸！的确像，喝起来，喝起来，喝。哎呦，在地底下迷路比在上面迷路更痛苦，更可怕、啊。随便的迷路，随便，对，随便都能迷路。因为我一直在迷路啊，各种迷路。夏姐，夏姐，问你，夏姐，你今天迷路几次？我今天迷路大概好几百次吧，我想。哇。哇哇！全世界第一个最会迷路的人，夏姐，太棒了，太棒了！这我会迷路，应该没有人比我更会迷路了。希望，我旁边掉鬼。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要多好！悠闲，全世界的人都不会迷路呢。太好了！太悲伤了吧？太悲伤！太好了！
快，太喝了，太喝了，太棒了，呵呵。可可，我们的水池可见的鱼就那么几条，然后但实际上在钓的时候可以钓无限的鱼。可是钓起来你也不能把它放进去鱼池啊，对吧？对啊，钓起来就死了。奇怪，这边是有马死在这边是不是？我钓到岸，是有人骑马淹在里面吧？他是哪个智障淹在这里？没有，可能是那个外人吧，有外人骑士死在那边。外人可以直接跑到其他的区域来这边，这你就不懂了。野猪骑士来喽！哎，龙生，为什么又被传送到另一个区域？恭喜你，是不是就在附近，然后就被牵进来？这群人一定都会踩传点的人。完蛋了，我大概是我们把那个换成木头压力板，然后用那个钓竿一直钓，就可以一堆人就撑着。你看下去怎么钓？我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又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为什么到？哇，你到底去了多少很奇怪的地方？今天很奇怪的区域很多。沙子啊！哦，好，我去接你。沙漠村，沙漠村庄，沙漠村。为什么一个踩就掉进来了呢 ？Q， 因为他们都没有做措施。其实那边应该可以放个栅栏门。禽兽环保，哎，对吼，哦，从这边回去哦。为什么我们不能骑牛啊？都骑马，那个骑马骑猪了，那为什么没有办法骑腹肌？骑牛啊，骑着牛这样子跑。我回来了，你也太感动了，我快要哭了，可以吗？对啊，我这河豚为什么在图标上面显示的看起来像是那个电脑的机那个晶片？晶片，你这晶片的天哪！不知道，我刚才，哎呦，晋级了！今天是来解任务的吧？晋级了，你今天是来玩1.13优越生存的吧？对，你怎么知道？哦，那我们的1.13优越生存下一集的来宾就是你啦，耶耶耶耶！小白知道又很开心，耶耶，太棒了！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随便就答应了，然后小白表示困惑，小白问号，小白问号，我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各位观众，莫名其妙就答应下去了。我是今天的主播天货，天货，不要这样，工商哦，哦哦，不会，礼物不会送太少，你可以送多一点啊，你可以送多一点。看第二个安。哦，哇，这个楼梯谁做的那么丢？超丢哎！啊，对了，跟大家讲哦，水现在可以放在这样了，半个半砖里面了。哇，还真的送了，终于是把书留丢过来了，我觉得很可以。嗯，对啊，莫名其妙把自己卖了，赞耶！哇，这边可以看到夕阳。我直接把自己卖掉了，为什么？你这个是什么？在家里自己夕阳。洛林，你这个是石砖吗？还是散长眼吗？那个平黄安山哦，平黄安山岩嘛，因为我现在这样子看，看不出来是个建筑师啊，不好意思，这样看不出来，原来风破是建筑师，师八步师，建筑师八步，师起来，师起来，建筑师八步，一堆老妈车钟声在我头上了，风破师了，喽，要出来了，老妈要出现，哎，为什么我的粉红色羊毛柱状体被？羊毛柱状体，羊毛柱状体，你在做什么？我大概知道阿木想做什么了。我的猫，开成了礼物。我们这边怎么有人只盖了半层啊？被一来了耶，好难得哦。原来是阿姆斯的啦。我在堵火把。哦，好，堵火把，堵火把。哇，在放火把下去。堵放火，我把水煮箱改好了，这样比较好看。咦，你可以用那个，你可以用那个渐层色把它盖成像是用火把的火把房，你可以盖一根火把在那边。火把房，我决定借火把家。哦，我上面有厨房，上来看。我很好奇，风破的房子变怎样了？上面有我决定要去一探究竟。上面也像是那种露营用的那种萤火厨房啊。没开学要早点睡呀。哇，两间，哇，还有小精灵哎。哇，小精灵，小精灵，你的地板更好像，你天花板更好像小精灵哦。嗯，小精灵还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你不觉得超像哎？我随便看那个东西好不好？你很像以前我们在玩的小精灵哎。
我可以睡你的床吗？不要，你自己盖床、啊。问他不要跟他一起睡好了。为什么这里会有锅炉？在上面煮饭。可以，我觉得很可以。开火，在上面煮饭，然后我们可以、欸、對對對，我们之后可以在下面直接盖一个像萤火的地方。哦，那就有那个氛围在。那我们来看一下五星的家。黄金跑酷。哎、欸，这样好像，好像跑酷哦，只是这边缺了一点。过去回不来，更新鲜。我觉得那个水有点不够热哎，热，水有点不够热。因为我闻到一种烤肉味，不是，我是说的味道。那个多添增一点柴火。好、哦，我小英，感谢你的礼物，很好吃。哇塞塞，小英要不要来做护卫啊？我不知道羊毛有这种颜色，这是那个什么淡蓝色啊？露天温泉。哎，我最近好像上下铺哦，可以看夜景，但是夜景他妈什么都看不到。看夜景。夜景，嗯，我弄这个、啊，你这个不是温泉吗？还是什么？嘟嘟嘟嘟，什么声音呢、啊？啊，放屁声，什么嘟嘟嘟，阿木，阿木，你走进去了，一个恐怖的声音，阿木，你进去，一个恐怖的声音呢，好恐怖的声音，哎、欸，是，哎、欸，是啊，各位，你们来风波先看一下啦，烤阿木，烤阿木，听起来很难过，看起来听起来不是很好吃的东西。新鲜不美味，老新鲜不好吃呢。不新鲜也不美味。哇，风波回来了，啊不是，雾星飞回来了。这不是温泉吗？嗯，好香哦，好吃了，可以开动了。新鲜不美味。烧毁，哎呦，烧到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老妈。哎呀，谁的妈妈来了？来天亮。一听到马上。各位一起来迎接老妈。他们想吃饭了、欸啊，被偷袭。用心发电、啊哦。我丢出来的物品全部都是三 D。太多老妈。风破，我真的好想看你的菜汁包哦。哎、欸，好多老妈哦。对对，为什么是缓降？为什么？为什么有？为什么可以往下？缓降？为什么你突然一瞬间跳起来了？是怎样？那个三叉自动跳跃。哦，对。好哇。狙击狙击精英啊！狙击精英，没意外的话，空战。哎、欸，我决定去穿我的那个空战，空战骑兵。我要去穿我的翘翅。巫婆，有巫婆。帝王也不知道打巫婆，哪里？帝王的分身，前方。帝王的分身，能不能把其他怪清掉啊？放那个喽。马克塞喽。那个喽。那个，其实是我们房子越盖越破。那个工伤了、啊，不可这样啊！哦，他工伤，哎、欸，丢药水了，丢药水了、哦，打他，打他、哦！我慢了，打他，他在哪里？他是谁？我是谁？是我不知道啊！缓速，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完蛋，这绕口令。哎，绕口令啊！没东西呢。啊，没什么东西呢。哇，我看到什么？这是什么、啊？有人在挂机？没有啦。挂机？嗯，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在挂机。嗯。哎呀，哦、只有一瓶那个治疗药。为什么大家现在开始在打怪了？不好吗？刷经验了，刷经验，刷经验了。刷经验啦。嗯。好多歪的。哎，这是水都不够深，没有生成任何的腐蚀。马上就烧掉了吧？水深火热。对吧？哇，好像心狠手辣，好像心狠手辣。为什么会连接到心狠手辣？我知道、啊、你们旁边用火了，请小心一点好不好？我的木房子、欸。哦，对哈、哦，八七啊，你木造屋。各位，看来要去闹一下岩浆坏他家了。你要破音啊，小心火烛。太烤鱼了，你刚是不是有点破音了、啊？破音了，自己先破了。你破。哇，他掉了一个铲子给我，没有，不可以，又来了，老妈，换谁啊？我刚快忘记我要干，如果箭可以射出去的话就好了，再跳一下了。那里发现老妈啊，又来了，哎，又来了，哎呀，怎么那么多只啊？好多妈妈，谁的妈妈？谁的妈妈？我在天上飞呀、啊！你的妈妈总在天上飞，我在天上飞啊！麦克之后会不会出一个什么叫教育班？然后那个妈妈是那个叶妹啊，妈妈就是叶妹
你可以跟，你可以跟。登录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妈妈以及小孩，然后登录的时候妈妈是 EMA， 然后晚上的时候踹攻击人。你们把房子盖过去哦。哇，阿莫家，哎、欸，不是，肥鸟家烧起来了。我的，烧起来了，不是啊。哦，这不是肥鸟家啦，看错了，我以为是肥鸟家。Oh my god！ 看起来像肥鸟家，肥鸟家，拜托。你看，你烧什么啦？这什么萤火晚会啦？萤火晚会是什么、啊？太热闹了吧？我觉得我现在在地下过得还蛮愉悦的。我觉得你根本就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干嘛吧？我看没有啊，我在认真的学会自给自足，学会飞，学会不再迷路，学会如何当一个老妈。听起来蛮……我想念我翘翅，我天！哈哈哈哈哈！翘翅呢？你翘翅呢？他的上次爆了之后就收不回来，谁有？是有烟火啊，是有烟火啊。直接掰了，真的自己用完手术啊，哎，叶妹又来了，纸跟那个指甲火药，两个加起来，两、哦、个各一个加起来可以有、啊、做，可以做出三个。好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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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做一下。飞向宇宙，浩瀚无垠，浩瀚淫荡啊！喂啊！哎、啊，不好意思，打叶妹，我们这边有人坏掉了。不是啊，早就坏掉了、啊。他可以把变掉吗？拜托，谁啊？变掉谁啊？变被封破了啊！变你后面有三只老麦跟着你耶，真的啊？直接打空战啊？看这样子是打个屁哦、喔！空战呢、欸？太好玩了吧？空战骑兵有工伤，这是什么你追我赶吗？放空炮准备 ，three two one fire！ 我只是想好好的飞而已。我要 Google 一下，炮准备，重机炮，我调整一下，烟火一个火药加一张纸就好了。哇塞，真的是在攻击我，天哪！对啊，哎，一直在跟着你，而且他们飞得很快哦。对啊，他们其实是飞得很快哦，飞得很快。我要去参战，我要参战。那是因为我一直在飞吧？啊！说你如果成为飞到一半饿了，吃。他们速度就跟翘翅一样快。哇！啊，他们烧起来了！烧起来！烧到老吗？啊，可恶！烧起来了！我要来参，我想说我要来参战的时候，可恶！然后白天了，可恶！烧起来呀！烧起来呀！就会。对，麦克的空战可以玩了，就对了。哦。史上最狂的空战游戏开始喽！哎、欸，我已经飞到天上了。我已经飞到那个云层上了，我还缺一点木头。天还没亮就对了，应该亮了吧？亮了，亮了，亮了。哎、欸，那我是要在飞的时候按右键吗？啊，对啊，嗯、那个拿着烟火按右键。对，按一下就可以飞很远了啦。嗯，对啊，为什么跳不出去？我忘记跳是怎么用了，跳是按一下空白键吗？对，跳起来再按一下空白键。哦，按住空白键。哎，怎么包不出去？我是按一下。哇，你是谁？我是谁？有啊，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谁、啊？不是，有一只僵尸追着我，我有点害羞。哦，为什么害羞？因为是粉丝啊，粉丝见面会。哦，有了，我飞起来了。粉丝见面会，终于飞起来了。我要飞哦！干！我发现用烟火，我的超市好像快坏了呢。老妈见面会。跳绳太快了，会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没有意义的建筑把它塌掉好吗？来一个，修对，这也是打不到啊！哇，我们看一下这附近，各位，来问一下阿木呢？看一下这附近，是谁家？信不信？一个路过别人家。哦，这个行。哇，哎，不要是烟火晚会了好吗？那个木头看起来烧不掉。我只想要附一个有轻盈的鞋子，可是我怎么最近都附不到、啊？你可以直接拿附魔书直接贴上去。有吗？附魔书有那个吗？有啊，有轻盈的吗？有轻盈的吧？这也有。封破我可是有一本轻盈式的，来，要不要一个俏师跟你换？我这一个好不好？哦，哇！我的俏师还有经验修补、欸，要怎么用啊？那个烟火。哎呀，经验修补算什么？我们现在有一个经验修补的商人。但是你听错了，全是在空中飞起来的状态。水深，大家，你现在聊的是游戏官方游戏，官方游戏频道，我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你是讲什么？我是主播，我是天火。我快摔死了，我不是小白。记得可以去我的频道看一下《边界生存4》，它1.13的，因为生存。
超长工伤，我自己频道啊，我自己超长的自我推销。对啊，真的吗？我先拿我的，我现在在空中飞、欸，哇，好爽，突然间觉得有点爽。鸡啊，嗯，那个鞘翅能不能附那个耐久啊？可以吧？石墙围住的。可以啊，可以附耐久，可是你只能够用附魔术去附而已。我很好奇的往里面看了一眼。没关系，我用附魔术。哦，这个节奏，我那个跳是每次飞一飞之后，它的耐久都剩下一半了。有火在烧的那一栋。哦，那里面、哦。火在烧，烧成粉有多好？怎么了？那个是要被告了。那个是旧址。旧址。那以前是村民的靠背哦，那有公主在下面的啦。但是风魄不在我们该出来的。看看看看，风魄不在，风魄不在，我风魄不在家，死掉了。哎、欸，我赢了。为什么风魄不在家？哎、欸，我赢了。什么？我只是在附近那个弄东西而已，怎么了吗？我赢了。不知道他们就提到你了。嗯，哦、好嘞。看来你不用讲话，你都被提到呢。你当兵的时候了。对啊。BYN， 你是说盖石头监狱的时候吗？对对对对对，红豆，哪里过嘞？哎呀，红豆是难过，赢了。哦，我觉得我这个石头墙改的还真好，真的。我们家火药突然间变好少、啊，这个怎么烧这么久啊？哎、欸，不是、欸，那些鱼啊，鱼怎么了？鱼怎么了？怎么了？啊！你我听到他叹息，叹得很大力。那个鱼是不是缘分掉了？那个鱼是不是有水压的限制，所以他们只能游到那个水位？应该是，可能是我觉得空间的问题吧。因为下面他们都游上去了，而且很少看到那些鱼在下潜、可能那个鱼比较想要往上游一点，他可能比较喜欢。为什么会有上面那？为什么会有上面的世界？上面的世界，我的世界与身份证字号，又怎么听到有人摔伤的声音？床的世界，哦，听到听到，哦，修补，对，每次都被挖坑，工伤罚2000，哇，还真贵，有够贵，很贵哦，所以请三思，我觉得这父母有点三思而后行，我们的制图是完全，哎，我钓到了鹦鹉螺壳，哎。啊、所以可以合成了吗？我们要八个。我们鹦鹉螺可以吃吗？鹦鹉螺可是拿来附海洋之心用的。哦。跟海洋之心结合起来。可是我们还需要那个深海遗迹的那些石头才可以。这么深海遗迹吗？为什么我都看不到你们刚在哪里啊？下一集的时候吧。你要找什么东西？下一集我们是那个。我在找你们在哪里啊？我们 在这边，来来来，跟我来。我看不到你们在哪里，其实在很远的地方，眼睛有点不太好。你好像还没去过这边，完全听不懂。波波刚刚讲什么？是红土吗？对他还没去过红土，他森林大宅跟沙漠都去过了，太尴尬了。居然这个点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附近啊。贝尔出门，有飞的哇！我们家附近有冰川哎，好酷哦！这个是。异世界吗？啊！载物体居然开太多，为什么这只鱼没有名字啊？哎，钓我？为什么？不是，钓你！哦，原来风魄有哦，风魄也想钓，喜欢这类型的哦，钓喜欢钓，我什么都还没有说，原来风魄喜欢钓的，风魄喜欢钓的，他刚好来钓你，嗨，钓下界，在里面钓，或者风魄在哪里啊？我觉得旁边钓鱼的这一个而已好吗？哎，钓鱼啊！我有鱼哎！我刚钓的时候，下去钓鱼，钓鱼了，钓风波。废话，我没有鱼竿可以钓啊，所以我在那边。你可以找竹竿。啊，好鱼竿。啊。哇，需要经验值啊！你看这地宝石是不是？这地宝石是不是不大够的？从来没有够过，好不好？哎，绿宝石吗？因为。没有，现在绿宝石也没有人在生产吧？哎，溺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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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生量在生产呢。绿宝石怎么生产？要挖矿吧？跟村民交易啊，跟村民交易啊。打动物啊！我记得动物还有那个，不要打腐肉。其实我觉得腐肉要生产绿宝石。话说蜂窝在哪里啊？哦，线啦，我就在旁边钓鱼而已啦。你在组成吗？
我在红土高原这里啊。好哦，我说奇狗在家绕了大圈找不到你，因为他在钓鱼啊。哦，摸摸掉下哦，不是掉什么东西啊？哦，要回家喽。钓到你可以吃啊，可是吃了后果不自负。后果自负吧，他不自负，你要负责，是不是啊？后果你要负责哦。哦，趁机撩妹抓到撩。哦，我在想，我是不是要去盖个中介刷怪塔？可以，中介刷怪。为什么按着面子比较多？上告就是吗？这样子升经验值比较快。安德刷怪，其实僵尸助人塔也可以啊。僵尸助人塔那就变成是我来刷了。哇，可以原地起飞啊！没有，要经验值。哦，也可以原地起飞啊。在这里观众啊，你现在是怪啊，西官方游戏频道哦。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这个木头没有烧掉的迹象啊。还是因为没有关掉烧了，是木头吧？我去多一点那个皮革，我把我们皮匠给又调教好了。所以其实这样子也没关系，我要用调教好。匠又拐他哦。哦，火烧。他还会再回复吗？你想？够用。那我是北西，我是北西，细。哪里有？有水，旁边有水。啊。他很烧呢，我还以为是有人在白天当夜妹呢，天哪，我还有白天的，就是有人飞过去，还我想说，嗯，哇，这个家也太蓝了吧，这谁家那么蓝？我家，你家也要这样，就是个那个嘛，附魔术夜妹，附魔术到底是哪一只啊？我总算找不到，制图师那个图书馆员。我怎么没看图书馆员？有啦，下谁？这么不是安，是你吗？哦，看到了，为什么要在烽火家放火？不能换的，不是我没有放火啊。哦，我有想说谁放？我下不去，又下不去，我是不是又乱动了？我应该怎么办？慢慢的，哦，有了，他成功了，终于好开心哦！人生耶，人生第一次自己下去。哦，太感人了，这是一个成就。好开心！你在上面在把我上面做的东西怎么样？上面到底怎么了？你可能要自己有来看。旁边多了一格啊！没有，我没有干。旁边多了很多火啦，阿嬷在放火啦。这样看起来就像奥林匹克的那个。不用，我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圣火，是人摔倒。降落。我听到咔啦的一声啊！对，是啊，我在摔一下就死掉了。你在摔啊！你有我剩半格，在摔啊！嗯，笑死！破洞？为什么？破在你家？啊，各种破洞，舔一舔好了。脑袋破洞。我们不会想要在自己家钓鱼吧？为什么？这边又没有可以钓鱼的地方。我帮你盖啊！我帮你盖，掉不要掉下去，掉下来会盖成树状图。是的，你可以从那边盖，你可以这边从这边掉啊！我拒绝。哎，夜妹要出来了，各位，老妈要来了。哎，谁家借我躲一下，快点！我先睡。不，那你为什么不睡觉就好了？你可以去找风铺啊。先修补，他不是。那为什么你不是睡觉就好了？C O，耶，有路有门。哎，夜妹要出来了。那这只的话，你得要用一些。我要在这边蹲着。你要去交易其他东西啊！你太可怜了。拿他东西交易，拿一张虫碎来吧。我刚拿那个什么绿宝石，要换玻璃啊。然后你要把啊，至少一样东西换到。变形金刚原来可以打，有可能会那个。没有，是交易一次之后要离开，然后就让他闪啊。但是我是他闪的话是有几率啊，所以你干脆直接把一样东西交换完，他比较会。我撬翅快坏掉了耶！是这样，爬点怪也不是那个哦，这个。哎，难得老妈还没出来，都快没纸了耶，对吧？刚才我换完了，因为我刚不然红土高原弄个地方，那个直接大量种甘蔗好了。可以啊，好吃甘蔗。倒吃甘蔗，吃甘蔗，所以你要倒立吃甘蔗吗？皮
你想倒立吃甘蔗吗？我们可以在旁边看。吃甘蔗，倒吐甘蔗皮；不吃甘蔗，不吐甘蔗皮。这样，我在说什么？一些公告会，我只是要皮。吃甘蔗，倒吐甘蔗汁，不吐甘蔗。哎、欸，哇哇，新人家好厉害啊！嗯，我姐。高科技，哇！烧到先，我收起来了。他这样是文鸟啊！我收起来了，文鸟没有，那是他自己传过去。我、哦、飞到五百多的高度嘞，我还有试看这个。哦，那现在阿莫，你现在做一件事情，你现在那个按一下你的状态链，然后把你的鞘翅拿掉。哎，小心啊！我不敢啦、啊，可是我没绿宝石了。啊、我来了！哎、欸，等一下，我要怎么样才不会摔死？等一下，我不知道怎么降落。我靠！去打一下老妈就好了，直接直挺挺的冲到地面上就可以了。冲到地面上，冲到地面上。哎、欸，夏姐，等一下，你上楼梯到这边、嗯，你上梯子还是？我打会被、okay. 会被咬死吧？我走到不是啊，你上来，你上来。来这边。哎呦！我帮你放一个。是老妈、哦，老妈升空了。各位老妈升空了，还没睡过你。哦，我打死老妈了。甜美的，甜美的。没有，哦、对，就好美，哇！我看到大新闻，夏林正在封破家，天哪、啊！他射在老妈的家，我路过，哇、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没有掉横膈膜，哎，他掉横膈膜，掉横膈膜，他不掉横膈膜，他掉横膈膜。嗯，有掉横膈膜，偷偷的，我们都收了。哦，都已经带。进家里面，不是啊，我都偷偷来，我觉得手好快哦，哦，你手都去高雄了，好快哦，对啊，太厉害，大家在呕什么？哦，因为他们现在很闲，没有东西可以讲，好，对啊，而且要下班了，产生话题，然后但是又遇到僵局，哎、欸，我们下次可以盖那个空中的那个空中老妈塔，是不是？我们来比谁比较会飞，要不要？空中老妈塔。那这样的话有耐久三的不就赢定了吗？对，房子就是盖在这附近就可以了吗？还是一定要有接修补的也不错、啊，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啊，都可以。嗯、我们这边只是想说要不要统一看看这样。哎呦，四只哎，四只是谁的？看一下啊，四只，哦，感觉都是都在去咬，都是跑去咬，谁啊？咬那个。崩破、啊、不是我吧？哎、啊、呀，哦，不是啊，是洛林啊，洛林被攻击。洛林的哦，洛林的哦，就是你哦，睡觉啦，不要熬夜啊！哇，老妈真的是很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就是为你的角色的身体健康，不是为了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哈，身体健康，你以为这个游戏是真心想要保护你的睡眠吗？错，没有这回事。教你如何合理的熬夜。哦，看，被撞了！合理熬夜，我被老被咬了一下，太熬夜了吧？你刚听到的就是那个熬夜是那个就是被熬夜被发现的那个后果。熬夜被发现，合理熬夜，合理熬夜是打扰妈妈不是吧？你们是有人拿甘蔗去做纸啊？现在只剩我收成的十个甘蔗而已，其他都没了。因为大家都拿去做烟火了啊。哇！下次这边，下次这边要用个地方去那个了，种甘蔗用的、啊。有个大区域的，下班喽！哎，下班喽！谢谢你的及时提醒。哦，刚刚飞太开心，都忘记要下班了。哇，你没有讲，我们都不知道哎、欸。哇，没有讲，不知道。我们就一路玩到星期四 啊！那个九点到了还不能下班哦。哦，下次继续玩吧，我们先下班了。要玩两个小时才可以离开这服务器，会登不然登出不了，就像 S R 没有、啊，要被诅咒了吗？这个有绑定诅咒，你不知道吗？绑定诅咒，谁工程？原来是这样用的、啊。阿莫已经很快了，下一次就可以盖房子了。我现在这可是现，我这叫现实诅咒。下去盖房子。好啦，喜欢今天的实况就按下订阅跟追随，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晚安。好啦，各位老师观众，你现在来的是 RC 哥吗？拜拜，游戏频道，拜拜，我是健富，我们今天的直播结束啦。现在直播就点击右下角的关注，网页版应该是左上角还是右上角的关注按一下吧。好啦，那我是健富，我们下次直播再会，明天啊，明天晚上8点到10点啊，好不好？记得检举一下，回去检举不举？记得检举。明天晚上应该是打 R6吧，我猜应该可能找亚历西起来打吧。继续玩我的、啊，我要先关台喽，各位啵啵，爸爸，哦，好青色的家啊，对，好青色的家，双关色哦，很色情的家。哦
为什么这个什么鬼啊？什么东西啊？大家晚安喽，拜拜。好，大家晚安，拜拜，拜拜。嗨，金富，拜拜。